好，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宣布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日上午9时至下午1时20分，地点本院清泉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高露以用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余婉如委员等26人，列席人员教育部政务次长林士领率同有关人员等，主席黄召集委员郭书。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二、教育部部长列席报告。教育部技术及职业教育师与终身教育师业务辨别质询。三、教育部部长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学生生涯辅导与创业就业服务专题报告辨别质询，另邀请劳动部列席。本日议程采综合询答，由委员吴志扬等17人提出质询，并经教育部政务次长林思玲、教育部技术及职业教育司长马湘平、教育部终身教育司长黄月丽、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署长罗清水及相关人员进行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林维洲等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决定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因此提案共5案均修正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记载错误？无错误，议事录确定。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为邀请科技部部长率同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院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另邀请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单位主管列席并备询。首先介绍本委员会今日出席之委员，柯志恩委员、苏巧慧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吴思瑶委员。好，现在介绍列席之政府官员啊。科技部徐觉民部长。好，怎么没有掌声？政务次长钱忠良。前瞻及应用科技司司长陈忠全。自然科学及永续研究发展司司长陈宇高。产业及园区业务司司长邱球慧，主计处处长黄文基，法规会执秘彭立春，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主任谢习坤，国家奈米元件实验室主任叶文冠，科技政策研究与资讯中心主任庄玉泽，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主任李清盛，国家晶片系统设计中心主任吕良宏，谢谢。国家实验研究院院长罗清华，罗院长，谢谢。国家实验研究院副院长王作台，国家实验研究院副院长阙志达，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世健，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张贵祥，台湾海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林慧玲，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陈宏宇，国家实验动物中心主任余俊强，仪器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叶哲良，交通部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跨国计划主持人韩国章，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检任计政陈立芬，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基础设施事务处检任计政吴明仁，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平社评与资源管理处检任计政陈俊安，
行政院农委会检任稽政江文权，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稽政詹成洲，家畜卫生试验所副研究员潘居祥，家畜卫生试验所动物用药品检定分所副研究员兼系主任张家珍。好，以上谢谢啊。现在进行口头报告，首先请科技部徐部长进行口头报告十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感谢委员们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与支持，决明应邀前来报告国研院的业务发展现况。除了表达感谢之意，也期待我国前瞻科技的研发与创新能够在大院的支持下顺利推动。以下仅就国研院近期推动之重要工作向各位委员说明。一、综合概述，国研院自1992年成立以来，秉持建构研发平台、资源学术研究、推动前瞻科技、培育科技人才为使命，并以追求全球顶尖、在创造在地价值为愿景，扮演国内科技人才培育和创新科技研发平台的提供者。国研院积极与学界互动，将研发成果有效衔接至政府和产业应用，包括建构完整科研实验基地，追求科技创新、产学连结与新创桥接。国研院有10个研究单位，分别为晶片国家晶片系统中心、移科中心、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地震中心、纳米元件实验室、动物中心、太空中心、科政中心、海洋中心，还有台风中心啊。组织架构在详细资料有书面的报告内容可以参考。第二，具体时机，国研院提供大型研发平台，协助学研界进行关键及前瞻应用技术研发，进行跨中心、跨领域合作，应用资源产生重效。一、跨域合作创新科技，开发断桥预警、云端防灾互联网，全天监测桥梁安全，开创新的防灾互联网产业，以超级电脑打造算图农场云端服务平台，塑造发展 3D 动画关键技术之优质环境，执行智慧展演实验技术互动即时模拟之虚实整合系统，打造顶尖的跨域智慧展演平台。二、技术移转企业界，睡眠障碍风险评估平台寄转给国内厂商，协助医生快速评估患者罹患睡眠中止、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病征与风险评估，并与多家医疗院所合作开发医疗检测系统，与保全业者合作推动地震预警服务，将地震防灾技术转化为具体市场性的产品与创新服务。二、合作实验室开发新制程，与半导体大厂合作原子沉积联合实验室，协力推动台湾半导体制程设备技术与化学材料开发的研发实力。三、参与国家型科技计划，参与科技部产学大小联盟以及国家型科技计划，开发5到7纳米高效能低耗电元件及制程，进行制程可行性评估，培养产业未来10年所需高级科技人才，支援生技医药国家型计划，建置医疗器材临床前测试平台及基因改造署技术平台，加速国内生技产业发展。五、成立联盟，发挥群体力量，跨界组成国研医材创价联盟，串联台湾医材价值链，与德国西门子在台成立国际开放创新枢纽，与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共同举办智慧城市研讨会，汇集推动智慧城市及物联网发展力量。六、制定耐震规范，协助政府修正建筑物及桥梁耐震设计及补强规范，包括铁公路建筑物等耐震设计规范，建立国内医院适用之耐震评估补强准则，完成消防与警政厅厅舍耐震评估与补强研究，强化防救灾机关建物的耐震能力。七、育成创业创新企业，执行创新创业计划，从102年到今天，协助成立71家新创公司，累计募资3亿9000万，
99年迄今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培育33位医材领域创业人才，成立10间新创公司，累计资本额达6亿2000万美元，2000万元，并有3家公司的产品已经取得国际认证。三、推动中资重大事项：一、福尔摩沙卫星5号、7号计划，福卫5号卫星为太空级高解析度光学遥测筹载仪器自主能量计划，建立我国太空科技主要关键元件研发能量，升空后可对台湾陆地及海域进行近及时的遥测取向作业，提供相关单位进行国土安全、环境监控、灾防防救等政府施政及社福民生应用。福卫7号计划为台美合作计划，其中第一组的6枚卫星为低倾角轨道卫星，可提供台湾附近的气象观测资料，大幅提升大气温度、湿度、气压等资料的观测密度。二、重建海洋研究船能量，因应海洋5号事故后，规划建置2000吨级与新建3000吨级研究船各一艘，以填补并精进研究船作业能量。2000吨级研究船预计106年下半年交船验收，新建3000吨级研究船亦已启动规划作业。三、建置海洋科学研究专区，包括海洋中心高雄总部、海洋科技产业创新育成中心以及海洋科技展示中心。建置完成后，将运用我国海洋研究核心设施与研发能量，整合政府部委、学研界与产业界资源，展现台湾海洋科技实力。海洋中心高雄总部于105年3月30日正式揭牌启用。四、校园校舍耐震评估与补强、地震预警系统。国政中心与教育部合作完成校舍耐震评估与补强，并建置校园地震预警系统，可在地震波来临前数秒到数十秒发布警报，提醒紧急避难，保障师生安全。五、建置国政中心第二实验设施。第二实验设施主要支援近断层效应的研究，以及仪器设备与中高楼层之耐震性能研究。研究成果落实于相关法规及政策后，可降低震灾的风险。第二实验室设施预计今年的12月会验收。六、动物中心进驻南港国家生技园区，针对国家生技产业中新药的重点领域，以及国内基础学术研究的重大领域，包括代谢、免疫及神经行为疾病等，建置标准化小型实验动物的饲育和试验环境，在保护动物福祉前提下，提升临床前试验的品质，进而加速我国生技产业国际化的脚步，预计106年8月完工后会开始进驻。第七，100G 的教育与研究网络平台，国网中心与教育部合作规划100G 学员网计划，建置教学研究实验共用之先进网络应用平台，将学术网络骨干网络频宽提升10倍，已经在今年的4月26日试营运，预计7月正式启用，提供国内学员单位使用，可支援教育云端运算发展及教育部新一代数位学习计划，缩短城乡差距，带动国内校园的教学与学习应用。八、建置 PETA 级的高速运算共用平台。PETA 是10^15次方，这种高速的计算设施为国内大尺度运算之基础设施，将导入节能减碳技术，提供高速计算资源。预计106年开始建置，107年中对外开放服务。第九，参与5G 无线通讯计划，国研院借由下世代无线通讯毫米波射频前端电路设计制造量测技术开发计划，以及智慧型云端监测预警计划之推行，整合国内产学研能量，共同发展下世代 5G 无线通信技术，建构即时防灾安全预警系统，将研发成果落实于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上。十、参与生产力4.0计划，整合移科中心等5个中心，共同参与执行生产力4.0计划的感测器元件模组与智慧虚实整合系统计划，开发自主感测器技术与
网实整合系统应用于精密机械制造设备产业，提高生产管理效能，开创产业创新服务模式与价值，是展望与结语。国研院于管理运作、组织发展及研究能量方面，已经建制跨领域前瞻科技研发与创新服务平台，并持续透过各项推广机制，链接产官学研合作的角色，展现法人效益，协助本部推动我国的科技研究发展。本部将持续督导国研院提升整体之创新研发能量，配合政府重大科研及产业政策，推动台湾科技与学术创新，促进民生福祉，为国家及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上报告，恳请委员鼎力支持，谢谢。好，谢谢徐部长。现在进行询答，出席委员询答时间十分钟，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列席委员询答时间八分钟，十点截止登记发言。委员若有临时提案，请于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临时提案，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请苏巧慧委员咨询。主席，我们请部长。好，请徐部长。苏委员早。啊，部长早，各位同仁大家早。部长，首先我要对你今天部长本人能够亲自率领整个科技部及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团队，能够亲自来这里备询，好，表示肯定。谢谢，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非常好，我希望明天的这个质询台上，部长，我们的教育部长也能够和徐部长一样，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他最后的任期。我想这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部长应该展现给全国国人看的态度，在这里再次表示肯定。谢谢。那徐部长，今天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各项事项。那其实呢，身为一个委员哦，尤其我们进来这边看了以后，深深的觉得说，我们国家实验研究院下辖下十个中心，其实真的都是台湾顶级的科技人才啦。是。那其实您说到的说，这个部会带领的其实是国家的人才培育和产业创新的平台，这个也确实都有做到。所以站在我们的立场，其实我们能够做的真的就是尽量给大家更多的支援和支持，因为你们带领的是整个国家台湾的前进。所以可以做到的我们都会尽量做。谢谢。不过站在立法委员的身份，我们这个角度，当然我们继续会持续的来监督，大家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做好。尤其是在我认为，各位既然带领了整个国家的资源部会，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这么高深的研究，希望做到的是好事，那是不是真的能够对一般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想这个也是观察的重点。所以本席在这里呢，今天要讨论的是两个，都是就社会大众关心以及新闻所关心的议题，向部长做请教。第一个，其实我们要谈的是地震，因为刚刚在报告里面有说到说，其实国研院这边在这地震中心有做了相当多的事情。第一个，包括耐震规范的设计制度，好，第一个是耐震建筑物耐震规范的制定。第二个是全台湾的校舍、学校校舍的这个耐震的评估预警。先有评估嘛，就你先去评估这个学校是不是安全，然后另外你做了预警系统。好，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在新闻上面有看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台湾地震科学中心有为我们国全国做了一个台湾地震危害分布图，表示的相当清楚。好，其实我的问题不会很难，而且应该是部长这边可以回答的，这是属于政策部分的。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这个资讯，而且这个资讯相当之有用，在去年十二月公布，他把台湾的每个地区未来会发生大地震、小地震等等，这些都向国人公布了。但很可惜的，在二月的时候、一月的时候，我们台南就发生了大地震嘛，造成了这个围观大楼相当大的损害。那我这边想要请问部长是，我们的研究院既然有做了这样的调查，那它对一般人的生活到底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帮助呢？
你做了这个资讯，不是应该能够提供给更多的建筑单位或者是公家机关预先来做补救的预防的措施吗？部长，这个部分我们的研究是做完以后研究就丢着吗？还是是什么？我在这里刚好有个机会让部长向全国国人说明，未来我们应该去怎么做、怎么查询、利用你们的资料。是那个地震哈，其实是国际上其实没有办法预测的哈，只是说比如说断层什么，我们会很多分析，就是可能发生。那我们这些研究报告呢？因为真正的我的主题是如何利用你们的资讯。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不，其实地震方面还有一个灾防中心。我们灾防中心主任今天也在哈，那么他跟内政部，还有因为现在很多是，比如说建筑该怎么做，那个绝对是那个内政部。所以你这些资料都有立刻的，对，呈送到各部会去，并且希冀他们可以依照这个法规，依照这个资料去做建筑法规的更正。是，行政院也都有做，绝对就是有做哈。但是呢，这就牵涉到就是执行上面哈，因为那都要花钱的。好，我们一般的建筑会不会因此就去花钱就去做那个事情？这就不是你科技部可以管的，对不对？其实我们也管不了啦，其实内政部有时候他也管不了。好，所以第一个你们有承受内政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看到了你在检测全台湾的校舍，这个很好，但是数据上显示我们只完成了200多间，那台湾学校这么多间，剩下的呢？你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全台湾的评估呢？好，我们哈，其实简答就好了。我们讲有3000多个中小学。3000多所的学校哈，那个都是就要建制啊，对，就校舍是25000栋哈，是，但是这个就是每一栋去做都是要花钱的。啊、抱歉，部长，我自己这边更正一下哈，你应该是完成了80%几啦哈，80%多已经都完成了，但是那我这样一样了，问题是我们剩下的10%几呢？14%的校舍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是第一个。那同样的问题就是预警系统，你也觉得预警系统很好，刚刚深表肯定嘛。是。那我们到105年这边已经完成了200多间呐、啊。是。我刚刚200多间应该是完成预警系统，那剩下的学校呢？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是充分的跟教育部合作啊、哦。那明天我们来问教育部。你绝对可以问他。希望部长会亲自来。是，不，我不知道哈。但是我们部会充分合作。但是校舍大家都很关心呐、啊。校舍的整建，学校也需要经费，也不是说教育部全部会编列，地方政府还有配合的部分。那我们因为地震的关系，我们其实把 schedule 已经往前那个提前一年，就明年底希望能够全部做好。但是地方政府的。经费是希望，因为这边目前还没有看到了，那我是很希望说这个部分我可以继续来查询呐，继续追踪。那不然就请部长这边，既然你认为科技部已经都做到该做的部分了，剩下是教育部的事情，那可不可以提供一份资料到我们办公室？不会的、哦，其实不能说。那我们就来问教育部。教育部的事情，有些也许我们做的还没关系啦。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们不要造成部会之间的误会和矛盾。是。好了，那第一个地震的到这里。好，科技部都做好了。那第二个，我们来问一下，一样是3月中的新闻，我们看到了这个海研五号是好，不，我们有新的船队要建立了，是，那我觉得这点也非常好，非常肯定，因为台湾毕竟是海洋的国家嘛，我们本来就应该能够充分运用海洋的资源，所以我们甚至在3月的时候挂牌成立了这个海洋中心，这个也是现在要盖船队，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不过真的就是。2年前，我们发生了海研五号这个不幸的灾难，不幸的事件。这个部分的话，一样我要请教的是政策的部分，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根据国家的调查报告以及监察院的这个纠正，其实都有提到了它是人为的疏失，而且具体的指称分成4个方面，包括了这个人员管理、航次管理、船舶操作模式以及船舶安全及紧急应变等4个部分、4个面向，所以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因为科技的问题真的是要交给专家，但是管理的问题，我想就是正部长应该领导团队来做的部分。好，那就这4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的新团队能够有新的管理模式吗？是我们在国研院的董事会里面做了，几乎每次都会谈这个。逐渐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做哈？制度上怎么建立、啊？也许我请那个我们那个国研院长。这样啦，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我就挑几个问题，那看看是不是能够回答出来，表示说，你们真的已经做了不同的想法嘛？是。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报告里面哦，他在人员管理的部分其实有写到是船员人数不足，船员和科技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嘛。可是我们能够理解，专家是专家，可是要让这个专家能够在那个地点工作，其实需要有更多其他的工作行政人员嘛。所以船员是这样的部分，所以他也同样重要，同样专业。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是，这个科技部啊，这个国研院这边同意是由外包。外包过往华研五号的部分的时候，是采一个外包来招募船员的部分，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人员的稳定度其实是会有伤害的。那如果这些船员没有办法是能够长期稳定的在这艘船上面跟研究人员进行配合的话，显然是不好的嘛，不够安全的。所以新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有检讨，我们是会建立这个专属的团队来船队来做这个事情。建议还是已经开始执行是新的船队？对对对，我们有个机会让您说明。对，来懂。是，报告委员，我已经在着手建立我们的新的这个超运团队。所以这次的新团队会采用新的管理模式。是的。所以这个管理是外包吗？还是 是我们的自己建立专属的这个研究？所以责任的归属是在国研院。在国研院哦，所以国研院未来会就这个船队的管理负全责。好，这是第一个，在这里向大家社会大众报告了嘛，哈。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有提到说我们的研究船，其实它连本身的规定都不符合，因为它到底是客船还是货船，它到底上面可以载多少人，这个法规的适用上面也不清楚。所以呢，本来还建议交通部要研修船舶法，那么现在呢，已经又过了几年了。报告委员，这个依照国际公约的话，这个研究船属于特种船舶，特种船舶它是属于以货船的这个规格去验船。所以，目前新闻报道以及调查纠正不确实，不正确。船舶管理应该是不是我们的国研院的责任，应该是我们的航政单位的责任。嗯，那可是这个船如果是在你们这边，那现在发生了灾害，虽然管理船的验船和船的相关规定是属于我们航港局的规定。好，我们完全针对航港局的规定。可是你们在发包要求船的设计的时候，应该也是国研院这边可以下至少下订单吧？应该是在你们这边嘛？对，当时我要研究船，我到底是要什么样的规格？是在由你们下订单？当时是用特种船舶，那我们的验船学会依照特种用途的船舶的方式来检验，完全依照我们的航港局规定。完全依照航港局规定，好，所以新的团队也会是如此，就对了。那刚刚提到一部分的人员的管理部分，您就已经说，院长已经说，未来都是由国研院统一处理了，所以也不会再发生说海员一号是台湾大学管，二号是海洋大学管，三号是中山大学，这样每一艘都是不同单位、不同大学，未来是全部都回来吗？其实我是有一个机会让你对着所有的全国国人说明哦。跟委员做个报告，因为过去海研一号、二号、三号就原来就是属于大学在负责，包括他的人事预算都是教育部编列的一个配合管。又是教育部。那但是现在我们这整个海研的这个能量要整合的话，就是包括未来的2000吨跟及3000吨新购的船，这是由国研院负责的。那至于原来的海研一二三号的汰旧换新，我们也争取了公共建设预算的配合款，我们逐年会做汰旧换新的工作。那当然现在在营运模式上面来讲，因为各个大学包括海洋大学、中山大学还有台湾大学这三个大学，他们有这个海洋的这个研究的训练，所以我们还是要支援哦，这个部分是有分工的。以上报告。好，那谢谢部长带领的团队。我想让看起来你们有针对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困难都提出了检讨报告嘛，并且做了修正。那我非常的期待未来在部长可能您还是能够为用你的专业为国家发挥贡献啦。那当然了，那当然。那各位专家也能够继续为我们台湾的专业来努力啦。在这里谢谢大家，不过一定会持续监督，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苏委员。好，谢谢部长。好，接下来请吴思瑶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我们徐部长。好，徐部长。那可能稍后有垂询到的相关的主管就自动上前来协助部长回答。委员早。大家早安，大家辛苦。部长，去年九月，本席还没有当立委，那个时候9月15号的新闻。姜西郎，中国北斗卫星的定位相关产品，那全面销台输入台湾，国安、资安都备受威胁。
当时就提到，甚至有高层官员，应该是国安局的高层官员提出的警讯，严重到如果中国的飞弹打台湾，因为这套系统全面消台，飞弹打台湾会越来越准，怕死人。去年九月的新闻，那今天也过了大半年，同样的一件事又登上媒体的版面，资安的风险甚至是国安的风险，针对北斗卫星的产品就是要管。我很不理解，从去年九月就揭露的，国安当局也都提出警讯，这是跨部会的业务，这不是只有小小的智慧型手机或是车辆定位系统在民用的规格，它在军用的方面，那真的是全面都，这怎么讲，全都露危机。我们已经知道了风险在那里，我们也都知道。我想先问，这大半年我们做了什么？那个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军事方面的问题我完全没有办法回答。就科技专业的本位，那就你们做了什么？我们一般我们去年成立了一个治安中心的，不过然后呢废掉了。好，不讲这件事，不讲这件事，退掉我们是古尼，赶紧把都退了哈。来，不讲这件事，你们科技部就于看到风险，知道危机，那我就问了，你们行政院跨部会开会了没？行政院有一个治安汇报，对，就治安长主持。针对这一个北斗卫星的事，跨部会，包括科技部，包括 NCC， 你们皮球踢来踢去，包括经济部等等部会非常多，开会了没？这样子哈，这样子哈，请回答。嗯，我们没有有没有开会？没有踢，开了。定期都在开会，有没有针对这件事做出具体的责任？谁负责？谁主责？如何因应？这样子哈，针对北斗像这种，开会无啦？针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具体结论呢？或是专案会议这么重要的国安危险、资安漏洞，针对这个议题专责讨论了没？就这个 issue 有没有？没有，是不是？不，没有就没有。我必须还是例行的治安会议。对不起，对，大家都安尼当做例行的讨论啊，这是一个危机啊，得看个班再想看看，然后一个一以贯之，皮球继续推，继续踢。治安我们有一部分的是在国安会里面去讨论。我问你，行政院里头，甚至国安局有没有来跟你们做什么样磋商？就这件事这么简单的 A、B、C 有没有？您浪费了我五分钟。这样子，我请两位同仁回答。不用，不用，部长，这应该是你部长今天准备好的。今天我接受到的是来谈国研院的业务。我们等一下会讲太空中心的事。是，部长，其实你们有做了。你们应立法院的要求，提出一个在今年一月科技部函送行动装置晶片资安风险的影响评估里头，是我们该做的。确实，下一页我的 PowerPoint 下一页，确实提出了你们一些专业评估，包括这样一个系统消台之后，定位与私密的资讯将有泄露的风险，包括定位的资讯会有被误导的风险，包括失去可用性的风险。你们是有做事，做什么事？作文比赛。这不是作文比赛，这是专业的评估。好，专业评估。那你们现在具体，您给立法院的专业报告，科技部函送，这就是你们的事，没有其他部会的事。你们提出五点建议因应方案，你应该比我清楚，哪五点？那个报告哪五点啊？我现在，反正好，没关系，请同仁协助你。对对，请同仁协助一下。是这样哦，我们跟委员致歉，我们负责的另外一位林益平次长，他今天没有来请假，没办法来。那个部分我们的这个新闻媒体的因应，怎么520要到了，然后大家都这样子软趴趴，大家都这么不危机处理。国研院的业务，我们今天就我们卫星等一下会提入，也是有相关的业务啊，部长。那个好，我们就问题讲问题，我们不要在这里费口舌。北斗卫星，你们提出的五个因应。设备在认证的时候，如果是接收设备
具有接收设备的智慧型手机或是终端通信的这种系统设备，应该公布全面宣导，对不对？尽量不要采购。第二个，据收发双向的，那这完全禁止来输入，包括对于 APP 等相关软体，你们也提出警讯了，包括宣导公部门或私部门尽量少采购这些产品，还有包括最终的国安或资安要长期监控，你们有做。但我为什么要说，其实我不是苛责科技部啦，我要 argue 的是，这样一件危及资安国安的事情，行政院要全面启动的，可是到现在我昨天垂询了，找了相关的同仁要资料，就是这样一个报告，就是作文比赛，就是纸上谈兵。其实我不忍苛责，因为这不完全只是你一个部会的事，所以您也不用在这边觉得好，你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像有点焦虑。我们就制度论制度，那个行政院的汇报，资安汇报，它是资安长主持的，很多部会都在里面讨论。那我想问一下，是到底哪些产品是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搭载系统的？这个检测是NCC 非常清楚。好，我个人的话用宏达电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你用宏达电没这个问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Apple 也没这个问题嘛？那是单向的 GPS 的。如果中国，我现在要哪些产品最少让我们知道哪些产品？因为你们说要向公务人员宣导，要向民间部门、私部门宣导，最少要让大家知道哪些产品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个NCC 今天甚至不止智慧型手机，他们都有检测的报告啊，非常连这些车辆的这些定位的这些导航，哪些产品可能有疑虑？其实我在这整份报告里头看不到。这样子哈，我想我们在立法院就应该把这样的讯息来揭露，让公部门、私部门有所依循。除了军方的用双向的以外，定位没有人在用双向的啦。嗯。所以一般的手机，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民用的规格是安全无虞 的，没有问题。您在这里讲完全安全无虞，我认为没有问题。好，那国安局也这样看吗？国安局，我不是国安局，我不能代表国安局回答。好，真的是这样子啊。您这个回答也没有错，你确实不是国安局，没有办法听到回答。好，我们看下一页。其实我今天要，我也是要做求给你了。一年多前，对不起，大半年前。就已经点出这个问题，提出我们到底 NCC 管还是科技部管，大家搞不清楚。到现在，这是去年九月的新闻，第一时间揭露的时候，到今天大半年过去了，我们的同仁可能很多也要即将520，哈，要即将功成身退。同样的一个权责不符的问题，像刚刚您在答询的过程当中，哪些部门是 NCC 管？其实我科技部莫可奈何，赶快的问题不该管。科技部不会用莫可奈何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那我听你这样的回答，我就莫可奈何。我今天得不到一个科技部这大半年来做了什么，一个对立法院的作文比赛，一个纸上作业的文件。您看我最后一个要求，这是立法院要我们提供的评估报告。我们提供的评估报告不是只有文字这样写，具体去执行了没有？我讲重点，最后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您再认是，是不是就利用今天这样一个质询之后，您在这里公开的答询，能不能最后来拨破网？你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把权责厘清。跨部会针对这个北斗卫星可能造成的国安、资安的通讯，要宣导的谁宣导？要监控的谁监控？要要求设备商不应该输入的是谁去要求？包括 APP 软体，担心它藏有恶意程式，这要公布这些清单，也要有人监控，这是谁监控？这是很起码的事情。可不可以就您再任一天，把这样做一个最后的努力，可以吗？这样子啊，我该做的事情一定会做。那这些是不是你该做的事？你认为不是您该做的事吗？您总要提出您科技专业的提醒吧。有些是 NCC 负责的，我们会到现在还是 NCC。OK， 不是全部要你负责，是是。您就科技部的本位，您的权责，去提醒行政院，即刻把权责搞清楚，该做的部分大家分工。最后一件事情，功德无量，阿弥陀佛。谢谢。我看下一个 PowerPoint。我现在讲重点了。今天太空中心的主任在这，是的。其实我们望穿秋水。
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的福卫五号。来看下一页，下一页，我们这个100%。MIT Made in Taiwan 真的是非常台湾之光，我们都肯定。下一页，下一页，我想问，好事多磨，十多年的时间，我知道这是非常艰难的科学任务，我们也各项各项 MIT 台湾自主来研发，我真的觉得好事是多磨了一点，但我担心。我们一度延宕了是七次的发射时间，2012、2013第一季、第二季这样拖拖拖拖到现在，是2016年第三季，也就预计今年的6月、7月，能不能如期？会不会再跳票？部长，好，我请那个太空中心主任，张主任。说明一下 ，Yes or No？ 我们望穿秋水，但我说我们不忍苛责，但还是要清楚的承诺。哎，我们今年第三季发射哈，我们是六月、是七月、是八月、是九月。我们最近很密集在谈哈，我现在没办法没确定，因为很密集在谈，因为跟美国在谈发射服务的。那第三季可能落在哪一个月份？可能是九月或者是十月，有可能八月这样子。八九月都有可能第三季、哦、好，就第三季吧，反正第三季就是八月到九月嘛，哈。对对。会不会再延宕，再让国人望穿秋水，再让大家好事多磨，等不到盼不到？我想应该是不会的了哈，因为主要这一次发射的延宕。好，所以就是不会，不会，有信心，有信心，可以明确的去执行任务，让我们已经。延役了11年，这样子一个长寿的人瑞级的福卫二号可以正式退役，可以吗？哈，可以。好，来，我很快的，最后我提一个制度面，部长。是。我在发现啊，我们的内部的，当然很遗憾，太空中心过去发生前主任的采购弊案，监察院也纠正了，是。审计部也提出意见了，就制度论制度，我发现。我们的一个人才甄选，看下一页，时间有限。我们曾经在2007年在中心主任的征求办法里头有公开征求，但2013年拿掉了。我是一个新科立委，我觉得哎，这违反了现在与时俱进的透明、公开、公开征才的趋势，这一点我非常的不理解。我不要说可能沦为黑箱的可能，但是。至少是不利于人才流动。为什么把这个公开征才拿掉了？不好意思，2013年的事情我。您今天在这里，您应该知道嘛？但是我们这种那个主任的聘任是要到董事会。是，我知道。但是公开征才这样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我认为应该继续跟贯彻。最后一页，主席 ，W 金德赫啊，时间真的有限。我今天的要求，太空中心的福卫五号，我们期待如期的能够执行，不再延宕。第二，有关国研院的，请检讨各中心主任的遴聘的机制，建立一个有利人才流动的公开透明的机制。为什么拿掉这样子的一个遴选的制度？请来向委员会说明，向本席说明。第二，主任的任期多则可以到9年，比总统的任期更长，不一定是坏事。专业是才适用，但是它毕竟会造成组织僵化，甚至权力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两点，我未来会持续监督。那我希望在卸任前，针对这样的一个制度面、人才遴聘的部分，来跟本席做意见的交换，好吗？好，我们其实主任都有任期的哈。对。那要续任也一定要到董事会。当然，可、哦、我知道是是是今天时间不够，但是公开透明拿掉，是是我认为非常遗憾。是是好，任期的时程是可以再检讨，好不好？是是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请柯志恩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现在有请部长。好，请部长。各位院长，
部长早，我知道今天是国研院的一个专案报告啊，但是因为一大早有非常多有关于这个北斗卫星的问题啊，所以我想刚思瑶委员已经问了非常多专业上面的问题啊，我想我们你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因为大家无非就是非常担心所用的手机，特别是我们高阶主管里面用的手机里面呢，万一不小心接收到这个北斗卫星的讯号的时候，可能行踪就会全都露嘛。那我们刚刚讨论了一堆，我们就民众关心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刚刚说你是用 HTC 不会有问题，我用的 Apple 可能也不会是有问题，可是前阵子非常流行的小米机可能就有一些问题吧。这个这样子哈，因为这哪一个手机检测有没有那个是 NCC 在做的哈，没有问题。可是就你的一般专业的这个一般浅薄的这个知识来看，小米机有没有可能泄露行踪的问题？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是单向的接收，你东西不会上去，所以你没有讯息在里面啊。对，但是不要忘记啊，上次我记得好像贵部的林一平次长还是发言特别提到了，一般我们民众要用脸书的时候呢，因为他透过 GPS 去接受讯息的时候，有可能接收到美国的，也可能收到为俄国的，但也有可能收到的是北斗卫星，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有机会。你一接到是北斗的卫星的话，它的行踪还是有机会，这是科技部的人球所提到的。我想我们请我们的阙副院长，他是通讯的专家，我们是不是用比较快时间？因为今天不是我的主轴，我们只是帮民众问这个问题，好不好？委员好，那刚刚其实部长已经有答过了。我们这个全球卫星系统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单向的，那只有中国这个北斗是双向的。可是双向的部分呢？你这个手机的电池呢，功率呢要够大，才能打到讯号让卫星收到。所以你的意思就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手机大部分都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即使是我们的封测最后是在中国大陆，也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吗？应该是目前应该是不用，因为它设计这种制度是为了它军事的用途，想要做双向的通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告诉我们全国的民众，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绝对不会被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来定位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行踪，这是你可以保证的吗？就群众而言，好不好？以工程师来讲，我没有办法这样讲，因为我没有检测过每个手机，因为他们不同的晶片组。我至少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在台湾，假如你今天手机用的是台湾的晶片组，应该比较不会去把北斗的系统纳进来。但是假如是中国晶片组，我就。好了，反正你就意思就是说我们 iPhone 国货了，就对了啦。用 HTC 的部分了，好了，就好了。这个部分某种程度是，谢谢，请回座。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委员关切这个部分？因为是来自我们的资安嘛。那昨天我们昨天的最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资安中心的这个设置条例被废掉，不是被暂缓。部长，这是在你的预期之内吗？没有，我只能说我非常遗憾哈。但是在立法院所讨论决定的事情，我想我完全尊重。我是说我个人，我是非常非常遗憾这个事情。部长，尊重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是基本上面呢，我们曾经提到，也是林一平部长特别次长特别提到过，其实这个资安是不分蓝绿的，而且他特别引用的数据，从2009年到2014年，中国大陆通常都是利用我们的节庆或是政治或是经济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可能会发动一些的攻势，那他们的部门也会培育很多资安人员。那为了这个资安人比较难。这个资安人员，我可不可以用骇客这两个字？因为比较 fashion 嘛，对不对？骇客，不过不用担心了。骇客某种程度，自从基努·里维演了这部戏之后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象征。好了，通常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骇客，我们国家是哪一些的单位来反攻回去？这些都是存在我们国家哪些单位？反攻哈，我们主要是做防御的哈。是。反攻，我们不做反攻。防御的话，通常是哪？反攻可能是在哪些单位？军事国安的单位去做，但是我们政府部门是不做的。那有关于你们资策会里面所培养的这一群所谓的骇客，难道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吗？要做很多的演练啊。是。但是原则上我们是做防御的防治的工作。是，这就是我刚刚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想这个资策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计服人员，就是我们说的骇客，他们几乎花了10年到15年，对于中国的网军的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攻击，其实有一套非常专业的上面的一个训练了嘛。那你昨天一废止完之后呢，我必须要请问部长，目前为止在我们政坛交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所谓的空窗时期？这样子哈，我们会尝试着用专案计划的方式委托这个团队继续执行，所以你认为是完全是在目前是维持一个现状的状况哦？是，我们尽量的维持这样，但是呢，因为他不是行政法人，没有一些规范哈，那个
但是部长，虽然你刚刚说是完全维持现状，这边我还是要特别提到啊，行政法人是当初我们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政府公部门有关于系统跟所谓的员额的问题，所以才设立行政法人。是是是。你刚刚说他们可能的签约多少，一年一聘都签约到十二月底，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部分本身就是一个破坏现状，所以你有没有空窗，可能是有可能是破窗，原因很简单，就我的资料显示，这些专业人才里面呢，有很多包括五分之一的人可能都要离职的打算。部长，你应该很清楚，这些资讯的骇客，基本上高手都在民间了。是是，真的会进到政府的单位里面呢，都是因为看中了政府某种程度的稳定，不给他们一个保障嘛。是是。虽然既然已经有五分之一人已经有这样子求去的一个感觉，怎么可能还会再维持现状呢？我们即使你的合约是到十二月底，对这群人来说，我想整个态度都会不太一样了。我们尽量是要留住人才啦，然后还有就是说还要延揽人才哈，用这种我们。所以基本上面你刚刚说废除掉之后，我像这次张院长嘛，他当初提出行政院是做一个政策上的一个规划嘛，科技部本身是在做一个监督跟执行嘛，那资策会这个部分本身就是一个幕僚的一个单位嘛，那这样整个昨天被废止完之后呢，是不是让我们未来的整个资安的计划要重新全盘来做一个改变呢？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想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这个所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也要移交给新政府是不是？那当然了，这个是短期之内怎么可能做完的？那当初我们特别要强调，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一定要有无缝接轨的部分。是是。你认为很多委员所提出来资安管、资通安全管理法，他们认为没有这个母法，所以才没有往这个下面去走嘛？你这个母法要设立多久？你认为还需要多久？要不要母法？所谓的母法是他讲的母法啦，我不认为，我个人。所以你认为只要修法就可以了嘛？对，我认为哈。一个立法院一个设置什么单位一个设置条例，它就是一个法律，是就可以做了。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啊？我只认为说，当初会提出一个什么行政法人，纯粹就是要解决我们刚所谓的公部门里面行政的这个系统跟所谓的员额的不行。如果今天未来的政策当中没有办法优于现在行政法人的这个部分的话，或者只是这个旧瓶装新酒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有人一定要负责最大的部分，因为这样的一个的转变，可以让我们的国安、资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系统又要面临再一次的重新打来，这个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你同意吗？我同意。所以呢，我想我们会尽量协助，因为我们现在在交接嘛，很多事情很多看法我们就是我想认为就是我们也会协助啦。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对于我们所好不容易培养的这些资安，或是我们所因为一些时代然后看到现实状况所做的这个部分里面呢，你务必把它交代清楚，特别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高级骇客的这样子的一个何去何从，我想务必请部长在这个部分里面也要把它交代清楚。一定的，很重要，就是说其实这个整个组织架构，因为资安它牵涉到很多很多部会，很重要就是资安长他在主持这个资安汇报的时候，他自然要协调很多人的部会。再怎么说也绝对不是一个部位，比如说科技部，我们其实像科技部，像我们灾防中心在这里面，就像国家实验室，我们不断的要挹注资源，让他能够培养他的能量出来。那这个能量去支援，比如说灾防中心支援内政部，我完全同意啊，我们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资安中心其实当初也是这样子，希望让它越来越厉害，然后去支援。我相信你们当初设定已经考量到现实的环境，是是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再次的强调，将来资安长怎么运作？如果今天我们就会看看到时候未来的这个方式到底如何做？我还是强调，如果还没有高于比现在更优于的方法的话，我们就要严格的监督来检测，这是我们目前特别需要的。那今天我们很多那个国研院的罗院长，是不是也在现场？不好意思，因为太多，因为今天是来报告的部分嘛。基本上很多民众都知道中研院，也都知道工研院，嘿，国研院好像今天好像特别才看到，而且我才发现说，目前来说的话，一年有差不多60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那我像国研院最大的部分就是提供产业界跟学术界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我看你的报告里面啊，其实让我感觉说有这么多高手，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在，可是我怎么感觉都好像有一点为人作嫁的感觉。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科政中心一样，他们其实所提供的很多的资讯，他们是我们第一个10个研究单位中第一个先成立的，可是呢，他们有很多的资讯的提供好像是跟台湾图书馆的这个台馆里面的一个连线，那如果是跟他做一个连线的话，那基本上是不是让他觉得有点叠床架屋的感觉？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来好好的帮我们澄清一下，
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 高级的智慧所的结合，可是所做的事情显然我们所看到的，起码在报告里面所显示出来，包括海洋中心很好，我们台湾是一个面海的一个地方，可是它所呈现出来的部分，我并没有办法看到它跟产业界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协调度，还有包括我们的地震中心做得很好，我们的助理去参观过，可是呢，它放在住家跟所谓民众比较切身相关的这个部分，在报告里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我个人觉得，我肯定你们的作为，但是我认为在对外的这个让人民所知道这个层面上，这个部分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需要被改进的。谢谢委员的关切啊。这个事实上，国营医院原来这个十个中心，原来就是为了营运这个学界里面的共用实验室起家的。那比如说柯震中心，当时为什么会跟国家图书馆有合作，所谓的图书采购？各位都知道，现在的电子期刊是每年增加非常多的，每个大学都普遍受到压力，这个图书采购的经费不够，所以我们就制造一个平台在国营。对，但是这个平台我知道，你是要知道这个平台，我们肯定这个平台只是被用的比率。院长，你知道大概一年你们的点率大概多少吗？这个我还要查一下，对不起，我现在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数字。有没有人知道？我是柯震中心主任，你讲点阅的，你现在应该是指那个 NDDS， 是我们所谓全国那个文献那个传递服务。那基本上各个图书馆，如果我今天在台大图书馆，我要找成大，万一台大没有这资料，从成大来，他就要透过我们这个系统。了解，我刚刚说的点阅率，不好意思，我了解你这个部分。我的点阅率应该是国研院里面，因为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学术平台里面，你现在知道大概点阅率多少吗？你们国研院的网页。好，这个可能去查一下。我只要提醒院长，你们这个外点跟内点，你们外点的比率其实基本上120万，其实不难看的哈。可是据说里面有很多是内点的，我不管你是外点或是内点的，我们还是要严格的监督，请你有机会把这个，不是有机会，您把这样的一个数据送给我们办公室来做一个参考，这还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好不好？还是希望国研院未来能够记好了，中研院目前这个我的意思不是那样的名声，我的意思说被广为知道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应该是仿照，否则国研院我们也有这些经费，也有这么多高级的人才，也做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更应该被大家所看到。那我觉得如何被看到所知道是你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谢谢。好，谢谢柯委员。好，谢谢。好，接下来请许志杰委员质询。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部长。好，请徐部长。徐委员早。部长早。部长，那个昨天我看那个报纸说现在的地震我们大概有一定的范围之内会发简讯，这个是怎么样？是的，5级以上就会出动了。其实在行政院协调了很多次，我们早就测试完毕。那透过 NCC 现在，因为那跟所以现在就是只要国内有5级以上的地震，对，然后科技部都会请电信公司发简讯。是不是？对，那个4级啊以上哈。那5级以上就会。5级以上。那个我们现在对，但是呢，科技部是技术的这个平台提供哈，那真的是去做，其实是 NCC 来是 NCC 去做。是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台南维冠大楼倒塌，死伤这么多人之后，部长你做了什么事？对于将来万一地震发生，可以拯救国人。你觉得有什么？你觉得比较自豪的？你有真的有做到的？我们其实就是维冠之前呢，就陆陆续续一直都有做了。我们在地震还有灾防中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那之后呢？也许我请那个地震室罗院长比较熟呀。报委员，这个我们这个地震一发生，我们国震中心的国家地震中心同仁就已经下去，那天凌晨就已经下去了。那之后呢，我们也跟成功大学一起合办那个拯救，已经救得还不错，给你们肯定。我的意思说，将来防范未然，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预防措施，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是，我们以后再发生类似状况，如何不要死伤那么多人？这次主要还是结构上的施工问题啊，所以他后来有邀集了非常多技师工会。做了开了几次研讨会，针对我们的国家的法定的制定做些一些建议。现在目前那你觉得比较自豪的已经有改善了，以后
不会再发生的，因为从这次发生事件开始，然后我们国家实验研究院或者是我们科技部做了什么事？我主动提供做一些平台，把这些技师工会大家都把这个调查报告集中起来，开了几次平台的这个论坛和会议。那针对一些法规面、执行面上面，已经有进步的是什么？什么你觉得比较有进步？你觉得什么样的政策或什么样的措施真的已经比较有进步了？请国政中心稍微说明。那个从台南地震这次可以发现，就是做过耐震补强的乡镇公所跟校舍，它的表现都很好。耐震补强是、啊，所以你看你做的这些事，你的长官都不知道，从部长到院长到你。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委员你要这个答案。你知道呀？我要的不是这个答案啊，还有其他答案哈、啊。还有校舍啦、啊，跟教育部合作的那个校舍的、啊、中小学校舍。我们看哈，那个台湾的地震真的很严重哈。这个是这三十天内啊、哦，你看，从4月11、4月16、4月18、4月25，你说的就是五级以上的地震，啊，那我们这里的地震就是这个是美国的地震测量的资料，说我们台湾的啊，花莲、苏澳、花莲、台东等等，你看啊，台东、苏澳。这是几级的地震？这是五级的，这是5.3级的，这是5.2级的。好，那美国的这些地震的预测跟我们台湾的地震的预测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那个国政总理，美国的来准确度，美国的跟台湾的比起来怎么样？那个美，我是那个气象局啊，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那个郭凯、啊，那个美国定的是 MW， 就是地震巨规模，那我们的是 ML， 所以双方算的东西是 不完全一样的。不完全。那他的五级跟我们的五级到底是谁比较大？这个也不一定。谁比较严重？不一定，因为美国算的是长周期的那个地震波的规模，那我们算的是近距离短周期的地震波的这个规模，所以就是说大家计算的方式。观测网的分布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够用我们的 ML 跟美国的 MW 做比较，其实是不同的东西。没关系，那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五级的有没有办法像这样子一个，比如说三十天内，好，或者是经常只要有五级发生了，就可以给我们这样子的报告，让国人知道。我们气象局的网页上就已经有那个。最近的那个所有的地震的那个活动。好，那你网页你的已经发现有五级的，是你的通知程序是怎么样？怎么样到了电信公司手上，然后他帮忙发布？我们气象局在整个地震速报系统里面是最上游，负责地震的这个监测。我问你，就是后面怎么发布了、啊？这个流程啊，因为你现在已经发现五级了，你要怎么赶快通知国人、啊我们的讯号就会送到那个 NCDR。谁做这个事情？谁做？要不然你发布在你的网站，后续谁去接轨？我跟委员报告哈，细胞广播系统的平台啊，已经建制完成，也就是我们定的规模五，震度五级，那一定会发出地震的速报，也就是现场出现了规模五，震度五级。对了，我问你，就是发到所有的从你们地震中心发现五级以上。那你们气象局，你们气象局发震五级以上，然后你们会马上通知电信公司。他们的现场的仪器是由气象局通知电信公司的吗 ？No， 气象局的所有的资讯，现在目前总共整合了7个单位的资讯，送到中间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国家灾防中心灾防中心的平台。这个平台已经在3月22号、3月底之前已经测试完毕，然后呢，这个平台送到这个一个系统，也就是NCC 管制的频道系统，这个系统再送到所有人的手机。大概在0.127秒之内全部0.127秒，也就是从气象中心有那个限地公布有五级以上地震，对，震度五级，规模五，什么？规模五级以上的规模，然后多久之内送到我们手上的手机？现场一发生这个地震以后，马上送到大家的手机，一秒，0.多秒，大概0.多秒，是0.多秒就可以送到手机，是，然后它的范围。五级的范围有多大？就是在规模五这个发生的地点的周遭的这个震度五级内的区域。五级内的通通会收得到。都会收到。
好，五级外的收不到，电信公司都把这个功能通做好了。对，现在所有的手机的厂商啊，都已经建置完毕 ，NCC 啊，今天也在场。就是它五级范围之内，只要有手机登记的地址，在这个五级之内的手机，它都会发布，是不是？对，啊，都会收到。好，我们做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子，下一页哈，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防灾啦，防灾真的是不能等了哈。好，那我们看防灾的一些啊，日本哈。东京防灾手册部长有没有看过？有，有哈，大概几页你知道吗？很厚啊。啊？很厚。什么？那个东京防灾是我们灾防中心提供给很多人看的。啊，那大概。是啊，说明。委员这一本啊，我们NCDR 这边有提供给相关的委员，如果委员有需要的话，我们会有纸本提供。另外在东京的这个网站上面，它有中文版的这个。PDF 档也可以 free 的 download 的，都是可以随时都可以上网去获得。我知道，这不一定要现在就说要印纸本。我没有这样的印纸本啊，我说大概几页，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大概100多页，后面还有漫画。内容大概你们有没有看？啊，内容非常完整，对对民众的这种防灾教育非常有用。要让部长知道，让大家知道，就是人家那个包括上山下海、走路过桥，怎么样去防灾，都写得很清楚了。好，那这个部分我希望说我们再注意一下。那我们看那个东京的一些地震的图哈。好，事实上东京有一个综合危险，就是活动的时候的困难。好，那个图，大家看一下，这个越是深色的是越严重了哈。好，那接下来就是下一页哈，就是有一些就是包括地形，东京的地形它是属于比较洼地的、比较台地的、比较山地的，他们都有做这个。防灾怎么做？有分，啊，我用这个给大家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分得很仔细的，啊，包括刚才我说的上山下海等等的。那国人这一部分的防灾，啊，我希望说科技部可以做得仔细一点，让我们国人可以遇到地震的时候可以去特别的注意哈。好，那我们再看国震中心哈，国震中心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要设在台南嘛，设在成大对不对？第二个实验室，第二中心。啊，第二中心这是要设在台南哈。是。好，那我现在其实我们中南部的地震，万一发生震的时候，它那个危害的程度也蛮高的了。我们看下一页哈，上一页。啊，就是这个是我们地震中心我们做的资料嘛。啊，好，那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段的人口的分布，啊，那建筑物。好，以及啊，我们全台湾最大政府的时候，它的影响的程度等等，好，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做的还不错了哈。那我现在其实呢，我们看下一页哈，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什么？台南围观大楼以后有没有像这样子的建筑物？那科技部针对这个建筑物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处理？这样子的建筑物？那个是内政部，好像是营建署吧，是他在。来，我知道你们会讲内政部。我们经过几次论坛以后，大概有一些建议案会送到内政部营建署。来，我现在不只是要建，我现在要要求哈，就是说哈，科技部包括从现在到以后，啊，有可能地震会再发生，对不对？啊，那我觉得围观大楼其实有凸显出一次建造的问题，对不对？我请一间公司，干那起一栋厝，我都无够用啊！我这间公司，他们讲请一间公司是我不简单，起一栋厝以后伊都无够用，这代表什么？盖了就绕跑嘛，对不对？盖了就绕跑，表示说我盖这一家我就不负责任嘛。所以你站在内政部的角度，他当然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资料而已。但对我们科技部来讲，对于地震的防范来讲，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只是交代，不是只是讨论，这个应该是要科技部来追踪所有的全国的一次建造的房子，它的耐震，我们科技部应该主动去追踪，然后主动要求内政部。这样子你，因为内政部它无关紧要，它跟地震没有关系啊。但是每次地震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明显，这个是科技部你有没有去要求？这个是最危险的建筑，那这个部分科技部有没有去要求？这样子哈。全国的建筑物那么多，我们地震中心也不过100人，没关系，我跟你讲这些事情，那个不是你去做，是啊，但是你要去追踪，你有没有去追踪内政部，有没有去追踪一次建造的房子，
有没有去追踪一次建造的大楼它的耐震度是怎么样？报告委员，科技部属于幕僚支援单位，在行政院有一个灾防汇报，灾防汇报是一个跨部会平台，刚刚委员提到的那全都是内政部营建署，他们要持续追踪所有的台湾危险建物。灾防汇报有没有追踪？灾防汇报有没有追踪？这个部分包括张院长在最近提的安家雇员专案里面，对于老旧建物以及该有的加强通通都在做。我现在特别的要求了，就是一次建造的公司了哈。就讲我这间公司就是干那起一间起一栋大楼，我就无个起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讲，我们公务员就是这样子哈。反正那个不是我负责的，不是我的业务。但是我现在针对地震的专业，各位算是最专业的啊。那针对地震的专业，就是我今天可能行政部门不知还是没做的时候。我今天地震专业的单位，我觉得说，哎，不是我的事，还是说，哎，这个灾害中心这部分做的不够哦，我要去追踪哦，对不对？需不需要？这样子啊，因为在那个灾防汇报那个平台，就是客部会在这个地方，在里面有很多讨论，我们专业意见一定会提出来的。但是呢，明明是某一个单位的业务，我们就说你做的不好，我来做，其实不宜这个样子。不是你。不懂我的意思，我不是叫你去做，你去做你怎么做得完？对，其实你要去把这个问题每一次都要再提一次。是，我想在那个真的是有提出很多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科技部，我想从今以后，每一次的灾害中心，每一次的开会，你有没有要求说，我一次建造的公司，我今天相关部门，包括内政部，你们有没有去做他们的耐震的测试？因为这些房子很有可能是偷工减料的，那这个部分不大家不全民来要求。当时又发生地震，当时又发生大楼崩塌，当时又发生地震过了百人的时阵，谁来负责？所以是不是不要说这不是你的业务，这个是你要用你的专业知识提出来，这一些建筑都很有可能发生问题的，你们要不断的一起追踪啊！他们如果忘记追踪了就算了吗？他们如果忘记追踪，谁来做？是不是你们要再提醒？这样子对不对？需不需要？所以我希望说，从今以后所有的灾，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长期的去追踪了。是，长期的追踪，内政部到底做你做的最好嘛？你没有做的灾害中心要要求嘛？那你从科技部的角度，你灾害中心做的最好嘛？没有做要要求嘛？总是地震的源头，我们最专业的单位要时时刻刻去注意到这个问题。是，这个我们会做，好不好？我们一定好。所以我是希望说，以后了哈，包括从今以后地震不是说520之后就不发生了，还是会发生。好，所以地震，我想希望说，我们科技部所属的所有的相关的单位，这个问题以后的灾害中心，以后内政部是不是长期来关注到这个事情，可以落实到，啊，对我们地震的防范有帮助，这样好不好？好，好，好，以后如果再发生，我要看看到底他们做了没有，你们科技部有没有一起要求？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质询。时间。主席有请部长。好，请徐部长。委员早。部长是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见面，我问你什么问题？我想想看，我记得你问一个问题。好，我们放出来了。我一下想不起来哈。我就是我说你们的科技部的脸书啊。好，是。连个封面相片也没有。是有。有没有？有。然后。只有一个大头贴跟简单的影片连结，是科技部的介绍。那时候我跟您讲，你们说会回去改进。我们看到两个月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现在不但没有改进，原来连接的那个影片点进去以后还变没有。这够不够夸张，各位同仁？所以我意思说，你上次讲你个人脸书我们不管，是科技部的脸书，做一个科技大国的脸书。我拜托你们回去认真，一个基本款要维持，好不好？即使你们不屑用这种方法跟民众沟通，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款的门面，啊。是。但是从这里我就看得出来，连这么一个小的问题，我们委员跟你们请教的事情，你们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啊。我们就很担心，我们等一下这些询问，你们到底有没有放在心上啊？部长。我想科技部哈，是因为为什么会有科技部？应该是整合各部会里面需要专心在科技发展的这一块啊，所以你们非常重要。那我们
上次也问过您说，我们台湾应该是要走向一个科技大国，是、哦、我们不一定是制造大国，我们要科技大国，是，所以我们很多的科技要走在最前面，是，尤其啊，这里面我特别顶你们，因为你们有很多研究的项目啊、哦，有好多个研究院，是，我建议啊、哦，还是从民生最相关的，是，人民最能够受益的，是，来先啊、哦，或者是我们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是。不能是某一些教授或学术单位自己研究的有兴趣的东西，你研究有兴趣，你自己去找钱嘛，你不要用政府的钱啊。那我讲几个啊，第一个，刚刚有委员讲到地震啊，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个苹果日报也特别讲，以后这个地震简讯预警啊，可以帮民众加十秒钟啊，十秒钟哦、啊，这个是不错。但是它是限于 4G 的手机、哦、那我们相对一下这个地震台湾是非常多、哦、10秒也许能够增加一些逃生的机会，但是我们的了解好像以最近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哦、他们好像是有帮民众争取到30秒的逃生空间，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人家做得到30秒、啊、我们只能做到10秒？我想那个其实是跟它是两种波，一个是 P 波，一个 S 波，那跟距离是有关系的哈，不是说它三十秒，它可能比较远一点啊。我想也许我们灾防中心那个陈主任，我想因为我今天要执行议题很多，我只是跟只要侦测到，我们信息就发出去了。有人做得到三十秒，我们要十秒已经有进步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帮民众再多争取更多的时间。那这技术怎么做？你们去研究。你们去研究。那现在只有 4G 的手机，是不是因为技术的关系呢？那如果还在用 3G 的，可以吗？如果用传统的手机，因为有人就是不喜欢智慧型手机，这样子。传统的手机应该还是可以接简讯嘛？简讯还是可以嘛？哦，他能不能收到？对，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这是跟电信公司讨论出来的哈。也许 NCC 帮忙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弄 4G？ 啊，我不要您说明，因为我有好多议题啊。那我部长，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要把这个科技做得到，以后那至于 NCC 要怎么做，交通部要怎么做，经济部要怎么做，那是他们去执行啊。你要先确定啊，救人非常重要，是十秒钟。可能我看到简讯以后只能说啊海呀、啊，然后呢，三十秒，可能就说啊海呀、啊，起码让跟来照，跟来酸，对不？就差这二十秒，就差这个部分嘛，对不对？所以距离有关啦。对啦，所以我拜托啊、哦，科技部在这一部分要先进一点，我们是重灾区，是啊、哦，重灾区这个部分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啊。第二件事情就讲到这个，今天也是大概自由时报用了一整个版啊，讲的这个北斗卫星的部分，包括头版就有写了啊。那第二版大概用了将近四分之三的版面，五分之四的版面在讲这个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很重视，我就不重复啊。但是本席在此要求，也是从民众的观点来讲。啊，你讲那么多啊，又有什么 NCC， 又有什么，啊，什么管制什么东西，民众不知道。是，民众只要求一个，到底哪些手机是目前是安全的，公布出来啊。第二个，我用哪些 APP 是有危险的，公布出来啊。还有，我们一般使用手机，啊，上面智慧型手机上面怎么样设定比较不会有资讯的漏洞？麻烦这个资讯要给大家来知道。这刚刚吴委员有要求过哈，对，我想我们 NCC 今天也在场哈，对，他们检测的应该是可以公布的。对，这个是民众最需要知道的。是了解。那我看起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国安的问题啊。那当然，中国大陆对我们是有敌意的啊，我们当然特别要防范它。但是我心里一直有点纳闷，一直在宣传说它的北斗卫星做得到什么双向传讯的问题。难道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卫星技术最进步的国家吗？不是，那个是军事上才会双向的。我们一般手机是。那我请问，美国的卫星做得到做不到？它当然做得到。啊，日本的卫星做得到做不到？
当然做得到、啊，对嘛？你军事用它基本上、就是，因为已经不到大概十年前的电影，我们看那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全民公敌》啊，我们就吓得要死嘛，对不对？感觉上他真的想要窃听你，要追踪你，好像无所不能，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但是我跟委员报告，我认为哈、我们一般那个骇客、网络骇客那个问题，远比这个北斗要严重的多，哦，网络骇客，对对对。好，你讲到这个我就讲说这个是一个国治安的问题，是是，而且我觉得可能不能只注意中国大陆。是是、哦、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国家安全，比如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高阶将领或者我们的重要的政治人物被跟踪的话，是，我们不希望中国大陆掌握他们的讯息或谈话内容，是，我们同样不希望美国来掌控这些人的讯息内容，我们也不希望日本来窃听这些人的这个内容。所以关于这几个先进国家能够发出的卫星，其实你们都应该要监控、哦、不必因为有人提出中国北斗的这个卫星，你只看这个，万一防了这个没有防到别人，也是要注意、哦、那同样这篇这整篇报道，这旁边有一个很突兀的报道，叫做立院废治安中心设置条例、哦、我想请问这个时间，因为这是我们立法院做的决议，我想请问你、哦、这个治安中心原来是科技部下面吗？去年十二月底才成立的，立法院通过成立。那你的手脚被裁撤掉了，您痛不痛？不是我的手脚，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单位。好，我个人刚刚已经表达过，非常遗憾，非常遗憾。是你认为它的功能、哦、假设要针对这个北斗卫星的这些事情再去做反制的话，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不是针对北斗啦，但是他们有专业 的一些评估判断的能力，它、哦、主要是对付一般的这种网路啦、治安啦、网路骇客、网路攻击之类的。好，这个是那如果现在这个中心被废掉，有什么单位可以负起这样子的？没有啊，我们现在就是用专案计划的方式，还是委托原来的团队继续做他的事情啊。好，那我只要部长，你是表态的时候，你反对这个条例被废掉，对不对？我个人当然，因为我们成立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够存在，但是尊重立法院的。因为我就是要问你这句话，如果你认为无所谓的话，我觉得不会无所谓，我认为非常遗憾。我刚刚已经讲了非常遗憾啊，因为我就想说，如果我就要问你这句话，是你如果觉得是无所谓，那就表示他们删的是有道理啊。如果觉得是遗憾，那就表示我们立法院同仁以后在做这些决议不要太情绪化、啊、对对对，有些事情从长计议。是是是，我知道好像是有一些法律是还没有定出来。不是不是法律的，那就是一个设置条例，设置条例就是作用法嘛，是不是？没有问题啊，對，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啊、好，那以后这样子的法案啊，请你们的说帖啊要大大的引起大家的共鸣。我们说帖都有做了，好不好？只是大家好像都不读。不读哈、啊，谢谢哈。所以我请我们本院的委员，我们也是要稍微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太冲动，是、啊、不要太鲁莽啊。那我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讲到这个国土安全的问题，哈、啊，还有海洋的问题。最近一个很热门的议题就是日本的这个冲之鸟礁的问题，它明明是一个在水底下的礁。他为了要证明那个是他的国土，居然在礁上面弄水泥，把它浮到水面上来、啊、这看起来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他后面的居心啊叵测，啊，他为什么会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硬要画一个点？那主要就是他要画他200海里经济范围，他没有那个点，他没有办法画出来。是，的确。那所以他为什么知道要在那里设？那表示他们做那里做了一个很充分的研究、哦、很充分的研究，认为那个地方有战略位置，有经济的位置。所以我要跟部长就是说，我们现在里面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力量里面，海洋的科技是、哦、请这个科技部要加强，是、哦、一定的。因为我的资料里面刚刚、哦、有委员已经问到就是海研五号的问题是、哦、我的了解，美国现在是拥有71艘的海洋调查船，日本是50多艘，
欧盟达到150多艘的这种海洋调查船，大大小小的，那我们只有多少？一大三小，是不是？一大三小，是是，大就是那个海盐五号，是，一大三小，那个一大去了，剩下三小，嗯，那这个时候，你要买的东西，新的那个新加坡的，明年才上线，是明年下半，等于说我们从那个海盐五号出事，到下一个大的船出来，有三年的空窗期。这三年的空窗期，我们所有大型的计划没有办法，都得停顿。好，所以部长，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数字拿起来不能比啊，是，好不好？所以您在中央在科技的部分，你一定有发言的很大的权利。是，好，这个是国家安全、国家的产业战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想谢谢委员关心。我们过去呢，关于这个海洋科技的研究呢，我们提出预算，我也都很支持。对，你要有整个大计划、大战略计划，你的团队、舰队、你的研究团队要投注多少？是，他大概会有什么利益？你要预算，我们才能支持你们，好不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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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吴志扬委员。我们请黄国书招委。啊，部长，请回，不好意思，请黄昭伟。谢谢，谢谢主席，请徐部长。好，请部长。还有罗院长。罗院长，请。太空中心张主任。张主任，请。哎，委员早。好，徐部长好。我们委员会啊，为了今天的报告，国家实验研究院的业务啊，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四个中心的考察。是，那我们也很认真的去看了你们的机构。是是，谢谢委员这么关心。是的，那我们对于我们的在第一线执行这些业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呢的辛苦，我想要跟他们表示敬意哈。但是我们做研究，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去考量到我们做出来这些研究对整体而言是对国家的贡献在哪边啊，我们要有很有策略的去把我们的这些研究变成是有用的东西。是啊，好，现在问题来了啊。现在媒体说，科技部啊，也把北斗卫星啊，当时去年呢，我们立法院要求你们做评估报告，你们也做了报告了啊。中国北斗卫星系统有治安风险。好，我想问一下部长，北斗卫星对台湾而言的治安风险在哪里？啊，那个其实有没有治安风险？风险一定有的啦，但是你怎么样子降低那风险，这是我们要做的。不可能说零风险，不会说是零的。但是这个刚刚有回答过一些委员的提问的嘛，就是单向、双向的。我们一般手机绝对都是单向的。好，他们可不可能啊有双向的功能？它是有的、啊，有没有双向的功能？但是它是有，但是我们不用就没有问题啊。不是，我们手机不用，它运用的地方非常多、啊。好，即便是在手机现在是单向，是好。那未来呢？未来如果有双向的功能呢？好，那好，现在我这样问好了啦，哈，部长、嗯，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啊，全台湾？民众在使用的手机有哪一些是搭载北斗卫星系统？这个的话有哪一些？可能 NCC 才 NCC 有没有来 ？NCC 有 NCC 你们知道吗 ？NCC NCC 你们 NCC 对，从去年就开始了解了吧？我想应该要对我们的全国民众来清楚来说明了吧？到底有哪一些手机，智慧型手机，有哪一些衍生的通讯商品是搭载北斗的系统？哪一些 APP 是北斗相关的应用程式？这 NCC 的业务吧。跟委员报告，就是那个有关那个北斗卫星这个，就刚那个部长所说的，它有分单向跟双向。那就单向的那部分，它只能接收北斗卫星的那个讯号。那双向的那部分呢？因为那个我们这边第一个就是。手机认证的这部分，对双向的那部分，其实到目前为止 ，NCC 并没有认证过，所以那样的手机是你还不知道有多少在国内贩卖。这个是科技部的风险评估报告啊，
里头是这样说了，使用搭载中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智慧型手机可能会遭受定位资讯被误导的威胁。这你们自己讲的啊，支援中国北斗卫星的智慧型手机可能隐藏恶意程式启动，或由中国远端操控向特定人士提供错误的定位资讯，达到误导的目的。这都你们评估的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这样的轻松来面对？好，到底有多少智慧型手机啊是搭载北斗系统？好，我放出来给你们看好了。有哪些？我根据过去的媒体相关的报道啊，我就直接给你们讲好了啦。好 ，Samsung 的相关品牌这些啊 ，Nokia 啊，小米、华为、魅族啊，还有很多的 APP 了啊。部长，你说你用 HTC 啊？对，那你太聪明了嘛。那我们科技部在座所有同仁有谁用 Samsung 的？有没有？你们都没有用 Samsung， 那你们聪明啊？像我就笨蛋啊，我就用 Samsung 的啊。啊，你啊，你们有没有跟我讲？你爱用国货就没有这个问题。好了，那你要不要去跟全台湾的人告诉他们都要使用国货？我可以讲、啊，要不要？我认为很好啊。好，那你用好是。那你 用一个政策来限制大家不要再使用。我不能用政策了哈，不能用政策。好，你知道这几个品牌的手机的市场占有率多少 ？Samsung 非常的高，很高啊。是，我就用了。是很啊。那我没有限制啊。是，没有限制啊，我就用了。好，科技部不能把事情只做一半了。你们现在只做一半而已啊！你们跟 HTC 应该要很清楚的跟国人讲，我们因应的北斗卫星啊，这个治安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因应的策略方案啊？这个应该做吧？应不应该？刚刚说也报告过了哈，你没有双向的功能，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那双向用在哪里？这军事上。军事嘛。对。军事的用途是什么？今天是没有国防部啊，那你们有没有把相关的资讯给国防部啊？应该国防部都要来报告啊！啊，你国防部，我想你知道有报道啊，其实也是事实了啊。中国的导弹啊，你知道对台湾的导弹数量啊，已经由1400枚增加到1500枚啊。这些飞弹还配合中国北斗卫星的定位系统。攻击的准确度误差降到5公尺到10公尺、啊，这么严重的事情，科技部这么轻松啊，在谈这个事情讲那么轻松啊？我没有讲。你们跟国安单位、跟国防部，你们有没有研商过如何来因应？有没有？国防的业务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对啊，你没有直接参与嘛？是。好，那你们研究这些干什么？民生用，好，民生用是好，这就你们态度，不是国防的东西有国防部在做，有中科院在负责，我们怎么会去？而且那边有很多的机密的资讯在里面、啊、好，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参与那一部分。部长，我还是希望你们要很严肃的来看待，因为北斗卫星产生的治安问题了哈、嗯。我们每一年有给国家实验研究院有这么多的预算，是当然。科学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些好的成绩出来、哦、海研五号去年沉船了，前年两年前沉船了，沉船了以后，我们呢要再做吧，继续做嘛，对，我们还是要做2000吨的海洋研究船嘛，一方面采购，一方面也自己建制。就我们的海研五号是我们台湾的中信造船厂制造的。我们的目标国建国造不是吗？是我们台湾的造船技术不是一流的吗？好，我给你看这一张图片。那我们怎么会把接下来的海洋研究船交给越南制造呢？交给越南制造呢？怎么会呢？这样子，我想哈，3月24号，你看啊，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做呢？那你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海研五号沉船，你就应该跟大家说明，是不是我们的造船技术出了问题，还是人员操控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发包外包。
给别的国家来帮我们做。新加坡得标，可是他交给越南帮我们做啊。我们有一艘是购买的，有一艘是自己建设的。那你要跟大家说明啊，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本来是优势的技术，然后交给相对的技术不是那么理想的国家来帮我们做？好，我想请那个……那你这样子让会不会让我们担心？那未来这个新的海洋研究船，它能不能确实的执行任务？是，我想那个请主任说明一下。这个都必须要说明啊，这是对不对？跟委员报告，我海科中心林慧玲。我们这个标案，其实在去年年底招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标单都是中文的，没有排除国内厂商。那得标的是新加坡船公司，但是这家公司它有三个船厂，只是其中不是好，没关系，那我了解了啦，我了解了啦。当时你们没有限制国外了哈。好，现在我跟你讲，我跟你提醒了，有这个问题了，有这个问题了，说你们的作业程序上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要检讨。以后当然有机会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讲太空，太空的技术我们在亚洲国家坦白说了，我们还本来还是领先韩国的啊，可是现在啊，我想我们大概输给韩国了。我们有发射福卫一号，那现在当然可能除役了啦，福卫二号、福卫三号，好，那现在福卫五号预计在六月份请美国帮我们发射嘛？八月嘛，哈，有延期了，好，八月，那我们也要准备做福卫七号，好，我们那天去太空中心看了哈，一个卫星造价大概都要20亿啊，虽然那看起来外观像是那个锡箔纸包一包，但是我知道那是高度技术啊，这只有你们能懂，是造价那么昂贵，好，我们发展了，我们长年以来花了好多钱制造了，但是关键的发射技术，我们要拜托别的国家帮我们发射，美国，好，好，我现在讲福卫七号哈，能不能发射也是个问题，因为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预算呢，所以福卫七号还在未定之天呢。那福卫五号是八月要发射，我们过去投资了那么多钱，但是我们关键的技术发展不出来，可是韩国已经发展出来了，亚洲多少国家？有发射的能力，有日本、中国、印度、以色列、伊朗、朝鲜、韩国都有。好，我们过去也有这个计划嘛。国科会主委当年是陈建仁，他在2007的时候就希望2010年我们可以成功自制卫星发射的载具，发射卫星。好，时间过了。我们到2008年本来要研发的，要自行发射火箭的这个载具，这个计划都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2008年，这个所谓的哈比特计划就终止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不晓得，一大堆原因啦。好，我想问一下部长，未来我们还有没有要发展火箭搭载的？这个计划，我们的卫星由我们自制的火箭系统发射，有没有这个计划？有没有？你说，然后发射的部分，当然是发射啊。是发射的部分，我们目前没有这个计划。为什么没有这个计划？因为、那个、这个计划还是这个计划是中科院的，是中科院，中科院他们才会去。但是我们有跟中科院配合吗？我们目前在太空计划本来就有跟中科院持续的合作。未来可不可能？我再问一句哈，未来可不可能我们自己的卫星自己发射？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啊、我任何可能都、这个、都对啊。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啊，那个你会发射火箭，你就可以发射飞弹。我想顾虑是在这个地方哈、那这个是政策上面要充分的去讨论的。好，你知道现在有一堆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是哈 ，ARC 哈，吴宗信他们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是中轨道卫星啊，其实台湾其实有机会应该发展低轨道卫星。如果发展低轨道卫星，其实是可以来帮我们的卫星啊来发射的啊，来搭载我们的卫星发射的啊。我也不晓得我们过去我们的太空中心是不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发射啊低轨道卫星的计划，绝对都有考虑过哈，有很多的讨论哈。
是我们有探空计划，探空火箭其实都发射过。好，我在这里给部长，好，当然你快要卸任了，当然我给科技部跟相关国家实验研究院同仁的一个期许了，国建国造是当我们的目标，船我们自己造，火箭我们自己造，国建国造给你们期许。 好，以上，谢谢。好，谢谢黄昭伟。嘿，部长请休息，下一位请张廖万兼委员。主席好，请部长好。好，请部长。好，委员长好。我想今天大家都在探讨我们这个国研院的是很多的这个十个中心是。那我想大家也提了很多了，当然今天大家都在谈那个北斗卫星是这个治安的问题了。那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条例是昨天废了，其实治安中心人员都还在嘛，那你本身是执行长嘛，对不对？我不是执行长啊，那个董事长是我们的常务次长。常务次长对，就是将来交接给新政府的时候是比较好处理。那现在治安中心四月一号是挂牌了嘛？挂牌只有一个执行长，因为那董事会任命只有他一个，其他的原来还是在原单位。因为上次是委员会要求我们把人事的冻结嘛，是。那我们完全尊重委员会意见，等到520之后再做哈。是。好，但是现在废止，我也不能，我们就遵照办理。我想废止不是说就不重视了，是觉得说可能在去年在审查，但我们是新科的委员不了解了哈，是不是有还有比较不周延的地方，然后这个位阶上是不是能够提升，或者整个治安的这个多头马车的能不能再整合？我想是大家是应该是朝向这个，不是说不重视了哈。好，那我想我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跟我们生活比较密切的。我想我们台湾的科研的实力应该也都不错。是。那在这个尤其在那个通讯系统，是像我们在研究这个网络技术哈，尤其是手机是。我记得我们在拿这个手机，最近都常看到广告啊，就是讲说这个某某电信什么4G的涵盖率什么第一啊。我在想，如果它真的很好的话，为什么要广告了啊？因为竞争激烈啊，竞争激烈是啊，所以他那都号称自己第一啊，为什么还号称说没有问题？那个部长，你用的是4G的手机吧？是的，4G 啊，那你觉得4G好不好用？总是比3G要好啊，比较快，快对。啊，它的涵盖率跟现在用户的占有率，你知道吗？那个数据哦，细节我不知道了。我们中心里面哪一个部门是在研究？我们中心对没有针对这个网络技术的。网络技术我们推动，像现在各国对这个都很重视啊，因为这个对产业的发展，那个是相当大的庞大的一个商机啊。包括从2G、3G、4G 到现在。大家在讲那个概念型的5G 是那个万物互联，是是是那个概念物联网、那個、对那个5G 哈，现在标准还没有真正确定，但是大家都在进行，我们也有规划一直在我们科技部目前针对5G 这样子的一个手机的网络技术的研究是在哪一个单位？我们其实科技部呢基本上是支持学术研究在5G 方面的，但这个是跟经济部是有关系。我知道，那当然牵涉到产业的问题。是是是是是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也知道各国其实非常重视。是是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用3G 的时候，很多舆论就在讲说，我们人家2011、2010，大概很早，韩国、日本、美国他们都已经在用了，美国、韩国吧，大概都在用了，都已经可以用3G 的这个手机了。那我们是常常断讯，那下载很慢，不好用啊。因为那时候的网络平台各方面的这个都有了，可是呢，在下载的那个功能，在使用功能很不好。那后来终于发展到3G 了，可是3G 还是速度还是很慢，使用率还是很大概还是会有问题。那终于又让它讲到4G，可是我们在3G 发展、4G 发展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发展，其实在跟整个我们的竞争对手，包括韩国，我们都落后很多。这个部长知道这个事情，是？你知道这个的问题吗？我知道啊，我们要开从3G 到4G，它有一些比如说频谱啦，对，那些规范那个我们在台湾做这种事情是比较辛苦的。对，为什么比较辛苦？因为我们就是关心牵到一些法规，
法规。我们不要说3G、4G、5G 啊，你光是那广电三法到现在汇流无法，这个一路已经十几年了，我们落后这么多，一直都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就是去推动。哦、那现在以前是 IPTV 弄老半天，现在也不要了，像 OTT 出来也挡也挡不住。可是这法规还是要出来的。对，我想法律的法规的这个，它会牵涉到很多产业界这方面，尤其是科技法规的问题。是。我想哦，这个东西我们当然立法院这边，我们也希望政府单位赶快提出来，我们也赶快来推动。是、哦。我想翻到下一页、哦、我想我们三 G、四 G 已经过去在推动，已经跑慢了。那我们5G 大概我们的定位就是，2020我们希望能够商转能够应用。那事实上我们来看一看、哦、整几个国家他们在发展，因为这个手机的产业实在太庞大了，那跟人民的生活实在是相关、哦、是。大概现在你去问说大概哪一个人没有使用手机，但非常少、哦、是。像日本他在2013年、哦、他们就大概在三年前、哦、他们大概宣布了、哦、他们会全力发展 5G 的第五代的技术，手机技术，那么预计在2020的东京奥运前就要商转，开放民众来申请，他们大概基地台各方面就要建置了。那像南韩是最可怕的，他们的产业界的投入也相当的大，大概在2012年他们就开始来启动对这个 5G 的这个研究，那他们也预计在2020来商转。那么甚至呢，在2018年2月的韩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他们大概就准备在那个奥运举办的城市就来做这个 5G 的一个先前的一个开放。他们投入多少经费？投入15亿美金、啊、大概480亿、啊、那像欧盟，那么欧盟他们大概也在2013年，大概三年前，他们也宣布了公私合营投入这个 5G 的研究、啊、像美国也是在2013年、啊、那他们也投入大概30亿台币，准备在做、啊、产研 方面的研究。像中国，刚才提到中国2013年他们 也分了，尤其是在他们的这个华为，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企业，他们投入了6亿美元，192亿美元。那我们来看台湾，台湾是在2014年上半年，当时还是国科会有一个产业会议的，那当时、啊、提了一个策略，那么也要来定2020。那部长，依你现在在科技部你的了解，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做到一定是有办法做到了，因为现在跟产业界是一起在做这个事情。是，我们过去呢，就是在这个无线通讯方面，我们自有的这个专利啊、智慧财产权累积的太少，那原因就是那个国际标准组织根本就进不去。那后来呢，在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在透过网通国家型计划，那个跟学术界跟产业界就一起去参与那个。那种就是国际标准组织，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像三星这种国外的大的电信公司这么大的，对，这么大团队，对，我们都是刚才提到都是大企业投入的，都是大企业在投的哈，所以我们台湾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大容易就是进，不光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部门啊，尤其是研究部门，其实应该提的建议，其实是应该公部门也应该要去连接，是要去整合。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个事情啊。我想在我们四 G 跟五 G 有一个所谓的产业发展基金，有150亿，有那个规模。那我们这个150亿的基金到底投入多少？在研究。150亿那个是四 G 普及化的技术，真正在这个5G 的那个前瞻性的科技研发，其实是占一小部分。但是另外呢，对，另外我刚刚报告过了，就是说我们在科技部里面呢，支持学术研究的部分呢、啊，就是这些教授在我看下一页，大概就差不多是1亿，每年大概是1亿。对，就每年就只有1亿，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哦。如果说像5G 这样的一个技术，我想它的主要第五代，它的产生的话题很多，想象很多，是什么智慧车、无人驾驶车、万物互联那种。下载电影的速度现在6分钟一部，现在6秒钟。如果发展成功的话，我想这么高端的科技，那么将来在生活、智慧生活产业的运用，那个是商机无限的。那台湾自诩很多这个大厂、手机代工，或者很多产业连接，都是相当有关系的。是，那当然我看到那我们的这个科技部在这方面的150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基金里面，做对这个学术的研究、或者是这个产业的研究，我想会不会太少了？哦，那当然是太少，但这一部分是提供学术界的
的研究。那另外更大一块是在经济部那个地方，是产业科技，它有研究机构，还有企业界的，他们我想哦，我在了解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哦，但我们是使用端了、啊、哈，我用我们的经验来讲，像世纪哦，我想现在大家都在做广告、啊，我刚才为什么问那个问题？每个人都说他是第一名，那事实上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世纪的普这个我们的台湾的用户哦、啊，我们看下一页。台湾的用户啊，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4G开放申请已经两年了。到两年，到目前，其实4G用户不是最普遍的。你在业者投入了上百亿啊，做基础建设。是。结果现在我们4G行动宽频到五月，2014年五月上路到现在快两年了哦。现在是1345万户。然后呢，现在第三代的3G 呢，还有1496万户、啊。是。就说。它还是的，它的普及率是是是。那、哦、我们再看几个图哈、哦，我们的电信三雄，你看一下他们的4G网盖率、哦、像这个是 A 电信了，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哈，中华电信了。来，再 B， 来，来，我们再看一看那个绿色的部分，来再恢复到上一张、哦、绿色的部分大概就是它的建置密集度最高的，是，说通信比较没问题的。你想想看，都是集中在六都了，都会型的，是没错。来，再 B， 来。在西啊，这是电信所谓三雄，三家规模最大的电信公司，钱赚最多的啊，他们对于4G的建置的情况。好，我在这边就要问了部长，像这样子，我们4G已经用两年了，业者投入100多亿了，我们现在都在讲5G 的，都在讲说要发展5G 的，可是现在我看了这个业者的反应是愁眉苦脸了。2014年才开始4G，投入100多亿，还要去标那个权利金，结果现在2018技术成熟，2020又要5G的，要投入多少？5G听说他建置的基地台更多啊。那当对、啊，甚至无人车，我们开玩笑说那个无人车哈，如果说建置是像这样有城乡差距的话，我现在高速行驶，刚好行驶到变成那个地方建置度不够，变成3G、4G，那无人车突然变成危险车啊。因为5G 速度很快、啊、可是行驶过那个网路基地台不够，剩下3G、4G，它的这个网路的服务可能是很低的。那个智慧车会变成什么车？啊，危险车。所以我想哦，对于这个我们国家最高的那个技术部门，我会来问这个问题，是它对我们将来的生活影响面相当的广。是。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我们说这个地震预警，那个我之前3月9号也问过部长。这个预警系统，校园预警系统，那非常好，是，可是建置太慢了，所以你当时也承诺我说会跟教育部研究，是，一定希望提前一年，在明年能够完成，是是，我也很高兴啊，教育部长我也问他，他也跟我说承诺，就明年要完成，是 是, 是，所以我想4G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我们发展了两年，它还是低于3G的，那我们的5G 的技术投入的科研的预算这么少，那将来我们还要跟。主要几个国家，像韩国，我们邻近的韩国就好，人家是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哦、我们的技术研发没有问题，2020会跟人家一起来商用，可是业者会不会配合？我们电信运营商规模都太小，那台湾的规模也经济规模其实不大能够支撑这么大的，这就是一个问题。对，所以大家这个产业界应该要相当。非常密切的这种合作，所以我想你也相当有经验了、哦、我想我询问了这个问题，我想已经从3G到现在到4G都是这个问题。是是是。那我觉得这对台湾的产业未来，尤其通信产业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对于科技政策，你们怎么样子去建议、哦、行政院来整合经济部各方面，还有产业界来做好好的配合，不要一再落后了。3G 已经落后人家三年了，以后5G 你说发展出来又要落后人家几年？好、哦，以上谢谢。谢谢。好，谢谢张廖委员。好，谢谢徐部长。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哦、大家好，我们先请部长好了。好，徐部长。何委员早。同时邀请国政中心。国政中心。好，好不好？是。然后也请气象局今天也有人来了，气象局部长，我会请你们哈、哦，是想请你们表示一下意见。我觉得我们看媒体看得非常的 confused 哦。从我搜寻到的一个资料啊、哦，我今天想关心的是有关地震，国人最关心的是台湾
就位于环太平洋上啊，所谓的地震的活跃的一个地带。那最近呢，几个国家也有这个强烈的地震来频传了，常常发生。所以我们国人都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所谓的在我们地震带上环太平洋的国家里面，最近有一个夯的名词在网络上讨论很多，叫做地震活跃期。那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有听说啦，哈，虽然不一定是你的专业。是。那我们看到媒体上有不同单位就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只是替一般的老百姓来问一下各位的专业知识啦，哈。我从媒体里面从四月份的报道，所谓的环太平洋进入地震活跃期，我们气象局有警告，2020之前恐怕会有规模9的强震，这是一种说法，某一个媒体哦，所以等一下请气象局给我回答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但是呢，光是气象局里面哦，就有两种说法。有我们的气象专家，我刚刚讲的是其中一个，我们郭主任是这样子讲哦，说可能呐、啊、哈、哦，我们在2020年前至少会出现一个规模9的一个大地震。可是同样的，在4月底，在4月20几号哦，又有另外一份媒体，也是引用我们气象局的一个说法，说针对全球可能进入地震活跃期的说法，我们气象局的地震中心的研究员一个普研究员又表示说，目前的资料看起来并没有很特别十分的异常。那光是气象局就有这两个说法。那再来，我们国震中心既然是地震的一个专家，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环太平洋呢，会进入所谓的地震的活跃期呢？我不知道专家的看法是如何，部长，我是请你来，你对这件事情要关注，好不好？因为台湾是一个在这个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那国人已经历经了9.1大地震，再加上呢前年的3.27，再加上最近的几次的一个地震，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尤其在网络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对地震的一个专家的意见，我刚刚念了好几个，是我是不是先请气象局？气象局先说明一下。那个根据从那个1900到目前哦，我们全世界总共发生6起那个规模9以上的地震。对，我只是请教你了，就媒体的这样子各式各样的说法啦。那台湾到底是不是进入所谓的地震的活跃期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呢，我从媒体上看到，光是气象局就有不同的说法。对，郭主任说呢是，而且2020年前会出现一个9大地震，规模9的大地震。可是另外又有一个研究员又告诉我们，以目前的监测的一个资料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常。那我就 confused 了，我不知道说该听哪一种说法。就是我有提到那个规模9可能发生的位置，但是台湾并不会出现规模9的地震。所以你要讲清楚啊，这媒体引述你的话语啊，你讲清楚，媒体引用说可能会发生，那你现在再进一步讲说不会发生在台湾，那您的预测会发生在哪里啊？我有在媒体上有讲了9个可能的地方，9个可能的地方，是，那这9个可能的地方都不会在台湾，对，台湾不会。哦，这重点你要讲嘛，是不是？你。媒体上面只看到，还有呢，网络上只看到规模9以上的大地震可能会发生，那大家就要讲，这是我们台湾的气象局的一个郭主任啊，预测中心的郭主任所讲啦、啊，大概的欢乐宫是不是台湾啊？不会不会，台湾不会有规模9。那9个地方是哪9个地方？就你还记得吗？苏门答腊，我记得，苏门答腊，还有那个日本那个南海海沟，日本的那个东北的那个海沟，还有那个。就是苏尔的那个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美国的阿拉斯加，然后那个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那个秘鲁跟智利的交界，还有秘鲁的中南部海岸，总共9个地方。所以就这9个地方不包括台湾。那如果这9个地方如果发生规模9以上的大地震，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海啸是会有影响，地震波是不会有影响。海啸会有影响，那我们现在对海啸的一个预警系统有做吗？这个就要问科技部了。我们气象局就已经做了，就已经做了。好，那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有那个海啸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提早十分钟发这个海啸的这个预警。那只要有十分钟的预警时间，那个伤亡人数可以降低90%。那请问一下哈，有十分钟的一个预警时间，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好，我就算十分钟之前知道了海啸即将来临，那请问一下我们的配套，我们的逃生，我们的救难，还有呢，我们应该说是避难了哈，还有随后的救难，那这等等的一个措施，你们有研议吗？我们目前就是气象局发出海啸警报以后，海岸内1公里的那个防空警报就会响起来。防空警报响起，所以在后续的事就不是你气象局的事了嘛，对不对？就是跨部会的事了嘛，对不对？包括跟地方政府的事情了。我们现在也在那个9月21号哈，会举办那个全国防灾日的时候演习，也有注意到这一块，也有那个海啸的这个演习。好，那我再请国政中心，因为后续的这个所谓的逃生啊、避难啊、救难等等的那跨部会，不是只有你气象局的问题了啦，哈。那我请教国政中心哦，那针对刚刚我们气象局主任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哈，来，我再求证一次哦，你是专家嘛哈？台湾是不是进入所谓的地震的一个强震频传的一个地震活跃期？报告委员，我们其实一直都是认为就是地震一直都会来，所以我们都是加强准备。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想现在这个讯息我们就会再快一点。你就一直在准备啦，所以你也不评论说台湾是不是进入地震活跃期嘛，是吗？这个地方是比较地震科学的，我们是负责地震工程。好，那我请教一下哈，好，如果你是负责工程，如同刚刚气象局所讲的啦哈，如果呢进入地震活跃期啊哈，整个防震的工程，包括刚刚。哦，我们的委员有提到哦，防震的工程除了现在我们的防震系数提高了嘛，对不对？从九二一之后嘛，那防震工程的一个落实，补强工程的落实，现在我们是从校园先开始，那校园还没有做好，对不对？还没有。那预计跟教育部什么时候要做好？刚刚委员有讲。教育部有关那个就是耐震补强，他们预计在108年，所以他提出3年的预算，现在在行政院正在审查。那其他的部分呢？预警的话，应该是在明年。明年开始，对不对？明年做完。明年做完，好，那好。你说你是做耐震工程，但是呢，强震的即时警报系统应该也是你们吧？这分成两块，主要是气象局做区域的，那我们只做一些这个就是限地的。对，我所以这个专业我就要问了一下，我就是发现我们的这个即时的警报哈，可以分为区域型、限地型，现在还发展出一个复合型，是不是？是有这三种。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三种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哪一个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是最容易、最简单可以得到预警效果的？区域型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全国性的。所以它其实也比较准确，但是因为它讲究准确，所以它会有盲区，所以在地震发生震央附近那个地方，其实是比较没有预警时间。那这一块的话，限地的预警可以补上去。所以说在这边的话，我们国政中心是发展限地预警的技术。那请问一下，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你们是限地型的，气象局那个是区域型的，对不对？你们之间有没有所谓的整合机制？我们的整合其实是我们接到，其实像以校舍为例，其实我们是两个系统都接，所以说气象局的我们也有，那我们县地的也有，那谁先到就用谁的。那所以你们同时发布吗？我们以最快的，就是预警时间最长的优先发布。那谁发布的涵盖的面积最广？气象局涵盖的面积最广。气象局涵盖的面积最广，那你们的所谓的县地型的比较小？比较小，那我们现在只针对校园。所以只针对校园，是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跟气象局的合作，可以把你们发布的更面向更推广？我们很愿意就是一起合作。那我请教一下，我刚刚讲那第三种复合型的又是哪一型？复合型是比较属于这个科技部。那我现在所得到的资料是复合型是结合区域跟限地型啊，都有两者的优点，而且速度比较快，而且比较精准。然后有你们国政中心，也有一般的民间的科技中心在研发，不是吗？我们现在是跟民间。那为什么不采用复合型？请那个消防中心主任说明一下来。跟委员报告哈，
其实啊，不管叫限地型，不管叫区域型，不管叫复合型，最重要一点，气象局啊，负责所有正央啊，它发布的时候，所有资讯一定送到这个平台，然后从这个地震的平台直接送到每一个人的手机里头，这个才是重点。好，也就是说啊，它的提供的资料叫地震速报，速报就马上。好，那我再请教一下，你讲到重点嘛哈，用最快的速度把最准确的这个资讯送到每一个人的手机上面。那刚刚我们讲的，以现在的手机，你们送到的是什么样型的手机？四 G 型的手机，一定要四 G 嘛？哎、欸，啊，其他的通通不行嘛？哎、欸，有这个应该请 NCC 啊来说明，就是说四 G 的手机现在大概完全都没有问题，但是三 G 啊，他们会要求业者啊在最近的时候啊，把它来来，我请教，那你们现在行政院那个张院长说，只是说的。这个六月三十号以前要完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细胞这个警报的系统是什么？就是那个 PWS。那哎、欸，不是啦，系统之外，我的意思是说，手机是谁收得到？跟委员报告啊，就是说，我们的手机从今年三月一号以后认证的手机，不管它是三 G 或四 G， 都能收到认证的手机。对，都能收到。来讲一次嘛，哪些是认证的手机啊？三 G、四 G 的手机，它要上市之前都要经过我们 NCC 那个刑事认证，通过认证的手机，它就一定都有。那目前哪些手机具有那样接收的功能，在我们 NCC 的网站有特别配了一个专区，上网大家都可以查得到。那你先给我一个精准的数字嘛，哈，三 G、四 G 现在涵盖面可以收到你们的讯息的，大概占了百分之几？有没有统计？占了全台湾人民持有手机的百分之几？委员好，那目前的那个三 G 跟四 G 的电波涵盖率，人口的涵盖率的话，大概在依照每一个业者的那个建制的情况，那以前三大的涵盖大概有达到99%，有达到99%。那所以现在你说三月一号之后，三 G 跟四 G 通通收得到？没有，就是刚才我们通讯对不起啊，张伟，再给我一分钟。表达是说。因为我们的使用人他使用的手机，他是有三月一号以前跟三月一号以后的。那三月一号以前持有的手机可不可以？三月一号持有以前的话，我们已经有督促手机的业者，他要透过好，讲到重点的更新方式来涵盖面，基本上三 G、四 G 的手机都收得到了哈。以技术面来讲，但是以实物面来讲，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三月一号以前所购买的手机不见得嘛，对不对？三月一号以后，民众买的手机才有可能99%都收到嘛，对不对？就在那个再讲个清楚啊，这个一个重大的讯息，一般的老百姓不知道啊。行政院院长张善政还大肆的宣扬说，六月三十号以后啊，六月三十号以后90%，所有全国人民的手机都可以收到这个警报系统啊。我们现在、就是、来来，各讲几遍来。我们三月一号以前所买的手机，三 G， 不管是三 G 或四 G， 能不能收到这个系统？就是要经过的经过韧体的更新之后，就有。如果没有更新呢？用透过什么程序来更新？没有更新的话，它透过什么程序来更新？就是那个手机业者，他透过通知的方式。那你们有去追说现在现有的手机业者有几成愿意更新？有没有掌握？目前我们有刚才我们同仁讲，我们有设置一个灾防的告警专区，然后有里面有提供。你们有没有要求手机业者去更新呐、啊？有，我们有要求，有找他们来。有多少民间的手机业者做到，或是表达意愿说什么期限以前要做到？对，目前有没有？有些业者他有。你把这个资料马上给我哈，我们在。整理一次哦，三月一号以前所买的手机的所有的用户，不见得可以收到这个地震的警报的即时系统哦的警示哦。三月一号以后买到的三 G、四 G 的手机，才有90%的涵盖率哦。不啊，这跟委员补充报告是三月一号以后的刑事认证过的手机才有。那三月一号以前认证的手机那个机型的话，我们是。有要求手机业者对啦，你们有要求，但是你要求在什么期限内嘛？多快的速度去要求这些手机业者要更新嘛？你就马上给我一个书面报告嘛？你马上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重点你们都没有跟我们全国的老百姓讲啊，只说啊有做了有做了，但是做只做了半套啊。
前面3月1号以前的这些广大的手机的用户，原来是漏网之鱼啊，没有在这个系统的涵盖里面啊，所以这是重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何委员，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质询啊，蒋委员质询完，我们休息5分钟。谢谢。啊，主席，有请部长。好，请徐部长。蒋委员早。啊，部长早。是。我想你来自产业界哈。是。对于产学合作是非常的关心嘛，对不对？那科技部这几年有关产学合作的结果是什么？成效是怎样？哦，那个他的产学合作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对，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有大小联盟，还有大小产学，哦，那我们最近就是在支持半导体产业的研发联盟，而且这个是还找经济部一起来支持的。好，那如果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在您那边，我告诉你一个答案，你觉得这个答案能不能表达你科技部这段时间有关产学合作的成果？第一个就是103年到104年核定补助1503件，培育硕博士生3619人，参与的厂商1566家，厂商投入研究的经费5亿1000多万。你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就可以涵盖了面，让大家都可以了解我们科技部这两年的产学合作的成果吗？我想哈，这个数字，像比如说博士、硕博士生这么少，我相信是过少了啦。我觉得是过少了啦。因为这是你们给我的资料。我们这个资料是产学司提供的，是吗？这是你们给我的。我跟你们请教一下，就是说，有关产学合作，我们现在的成果是什么？你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你现在产学合作有一个先导期。先导型的，对不对？一个什么，这个开发型的啊，还有一个是应用型的。然后什么是先导型？什么是开发型？什么是应用型？然后接的成果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数字而已。我觉得如果科技部对你们自己产学合作的成果都只是这么简单的一种表达，那让人家怀疑我们的产学合作的成果到底是在哪里。是那个，如果从我们所定义的那几个计划的个数来看，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但有蛮多其实是没有。所以你们科技部本身来讲，有关产学合作的成果有没有一个标准？有没有一些哪几个指标性的项目？还是就是刚刚只有这几个项目？如果这个几个项目的话，我觉得科技部呢，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是。那个因为有时候我们用这种数字来表示，确实是不是很妥当的。比如说一个案子，我们那种产学跟台积电做的那一个案子，就牵涉的是30位教授的，那很大了。可是另外一个解释产学合作的案子，它可能就是一个教授带着2个研究生跟某个厂商合作了，虽然同样是一，可是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部长，我想基本上产学合作的成果，你们应该有一些几个。是，我相信对这种表达的方式，而且这个指标是真正能够符合，然后做到产学合作当时要的目的。我想这个科技部应该要去努力去。是，谢谢委员指正哈。的确，这个如果纯粹用那刚刚委员所报告那几个，那显示出来那几个数字，绝对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链接法人去把学界的一些专利成果，那个都不在这里面的。那个其实成效会比这个要。可以看到全面，那是几千个专利一起去推广的。好，那我想，科技部一年有多少亿？一年包括投入，包括国研究产学合作的方面。产学合作的经费20亿。那研究经费呢？研究经费补助研究经费补助研究经费是200多亿吧？那个主计处知道吗？是不是200多亿？是的。那产学部分，产学部分现在应该是差不多是10分之一的。
的规模，但持续在成长当中。所以产学合作的规模差不多是科学研究补助的十分之一。哎，目前那可是产学合作的申请案，或者是核准案，跟科学研究的申请案跟有差到多少？哦，对，刚刚有说明过哈，可能差不多是十分之一的这种规模哈。二十分之一。哎，二十分之一吗？金额是十分之一。件数只有二十分之一。是是是，那但是呢？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差距很大？哦，不是，现在以学术申请、学术核准的案件研究的，我们13000多件，是，对不对？对。两年，差不多是27000件，可是产学合作的就1500件了。是，那个是哦，因为现在学校哈，我们自学校其实学校有更多的这个momentum。他去做产学合作那一部分的事情是没有透过 来科技部申请计划的，那一部分我相信是远比我们这边我讲的是科技部本身申请计划的，是是是是，我们这一部分这样子。同样的，我们产学合作的对象，我们喊产学合作到底是对谁有利，到底要是要对谁有利？对产业界有利。对产业界有利，但是呢，那对学校有没有利？对学校哈，目前我对不断的跟产业界抱怨的，就是产业界出的钱太少了。好，就学校希望跟产业界合作，可是不希望说，只是用政府的经费，企业界一定要多出钱。好，因为我们全国的研发经费呢，将近百分之七十八是来自企业界。这一部分其实部长，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产学合作，政府补助这么多产学合作，科技部大联盟、小联盟，对不对？都是在推动产学合作。对不对？产学合作的目的到底是最重要的，是让学校有利，让产业界有利，让老师有利，让学生有利。嗯嗯，我觉得应该最重要的应该是让学生有利吧。那个学生哈，他因为他毕业以后基本上98%都是到企业界去工作的，这对他绝对是有帮助的。我是说，从一个产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学术研究的这个能量一定要能够应用到这个产业的发展上面，把学校研究的东西错过计转到产业界去，是把产业界现有的知识技术透过学校是把它转到学生身上去，是是让学生学习，是是 是, 是，对不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在人才培育上，是是是，对不对？是没有人才培育，那未来的产业在哪里？对，没错没错，这个完全所以人才培育应该是产学合作最重要的，人才培育也应该是研究最重要的，所以整个的重核心应该是在学生，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考虑到这些事情做下去以后对学生有没有帮助，是不是这样子，部长？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台大校长这两天因为浩鼎的问题，是，他就说了，教育部、科技部应该要松绑法令，你觉得呢？其实，我只能说，一直在松绑了，一直在松绑，一直在松绑了。那包括我们最近呢，也是让这个非行政职的教授呢，就是可以就是到产业界服务或什么，这些规定都是松绑掉了。那现在呢，还没有松绑，就是行政职的这些老师，像视为公务人员这个部分。嗯，因为依照科技基本法已经把采购法排除了，是是，也把国产法排除了，是是，也把公务人员服务法排除了，也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排除了，是是是，还要排除什么法？那个有一个就是说科技研究技转不受任何法令限制，任何老师任何学校都可以去做，所以老师可以自己开公司，老师可以自己持股，老师可以自己，是这样子吗？那不是这样子，学生呢？其实啊，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对对对，就是科技基本法其实是自权的下放，但是呢，每一个学校一定对老师也要有些规范，就是我们政府的法律也是一样啊，每一个企业它要有一些自己的规范，不是说，但政府只是松绑，但松绑的话，企业要有这些组织要管理，哦，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科技基本法是不是还有地方要修？是有。我们现在的资源下放呢，没有下放到他的收入，啊，因为他就像比如说他技术移转给产业界收到的这个股票，因为没有加收入两个字，所以这个东东要送到国有财产署，变成就是它是动不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科技部已经准备好了，上次也跟有跟几位委员有报告过说，就将来科技基本法修法那个是绝对是可以去支持的，因为那个就是本来要下放，可是上一次的修法没有加上这个收入这两个字，那个其实是应该去做的。那修法可以修到老师可以自己开公司吗？不，他不至于这个样。这个老师就好像一个企业一样啊，任何组织你一定要有些规范，对员工同一定要有些规范，利益回避啊什么之类的东西规范。那规范一定是每一个这科技基本上是下放到各个机构要去做相关的规范，是那个技术移转什么，它也一定有规范。经济部有一些规范，我们工业有一些规范，好，那是内部一定要去规范的事情。部长，如果社会上有共识，要继续再开放，是，社会上都有这样的共识，可是还有一个前提要考量，对学生有没有帮助？是，那当然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政府考虑到法律的修改，放松的话，是。事实上来讲，科技基本法我刚刚讲过，已经排除了些四种法律，是，几乎已经把。已经没有什么管制了，对不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现在还有学校副校长讲说，我们科技部每年的这些研究型计划、国家型研究计划、个人型研究计划，研究到哪里去了？我们每年几百亿的钱投入在上面，对不对？所以现在还有副校长说，研究都没有实际应用的。都没有实际运用，那这样的话呢，科技部就要检讨了。那当然了，对不对？那事实上来讲，我们过去来讲有基础研究，有基础导向研究，还应用研究。我们从国科会然后转到科技部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研究经费变成这三个类型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学的副校长竟然把我们这个研究经费的补助几百亿的。评了一文都不止啊！是，我想哈，那个有时候，那而且还有说，还有学校老师偷偷在做。如果现在法律是这样子，还偷偷做，那我们科技部可以容许吗？哦，我想那个这样子啊，科技部在怎么样子的也不会去，就是说学校的管理是学校要管的啦，不是我们一路管到连法律也没有办法这样规范啊。那个我们现在哈，我刚刚有报告过啊，是有一个地方是应该要去修正的，就是说他的收入的部分，上次修法没有修到这个，因为以前那个翁院长他找我谈了好几次，他一直认为我们科技基本法有什么大问题没有松绑，就是逐条的这样谈过，所以的确是找到有两个地方是可以要修法是可以的，其中一个就是收入，他的收入怎么样？收入是什么样的？有什么问题？是，就是不要说只有自权下放，收入也要下放，现在收入都不是已经摆在。基金里面了吗？你说什么收入没有？他现在没有。现在依照科技基本法，对不对？专利计转的这个有关学校的基金或者归有关学校的收入或者机关的收入是要摆在基金里面。有股票，对不对？股票没有在里面，所以股票通常要送国有财产署。所以既然学校又觉得动不了，就是这样子。我认为那一部分是要做的，所以基本上我今天提出这些问题是。如果我刚刚讲过，如果未来社会上共识说应该比现在还更开放，可是政府还考虑到所有的科技、所有的学校的产学合作、技术的研究，要考虑到学生的问题，是应该以核心是学生的利益为准，是会不会影响到学生？是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教学？是对不对？这我完全同意哈，但是在法令上不能说把它卡死的，那就不好。让他松，但是呢，那个学校自己一定要有些管理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好，所以我希望这个部长能够考虑到这方面的。是。好，谢谢。好，谢谢蒋委员。好，谢谢徐部长。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哦，对不起，休息五分钟。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咨询。好，好，休息五分钟。没有，休息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再你咨询，不好意思。不一样，那也不一样。
就越来越少。争取时间来，要新建的，要五年。啊，这是用采购，那是采购。对，所以你说一起做了两千吨、三千吨，一起赶快。对，赶快两年之内把船。我那时候问了国内的，我们再给你一个详细说明。所以那个知道一定是国建国造，但是那时候国内能量要五年才可以把那个船做出来，所以为了争取时间。哎，他刚回答不是这样哦，他说对是，他是说，他说我这工，他说。
报委员会，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陈学胜招委质询。当然当然，你身份就是招委嘛。好，谢谢主席，好，本会同仁，还有院部长，好，大家好，请部长，好不好？好，请徐部长。陈委员早。哎，部长早啊。是。那个翁启慧院长事情发生之后，有人跟我讲，他如果是在工研院或在国家实践研究院，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技转。那您来自于工研院，是，所以你也来非常了解这种技转，实际上它有很多需要的一些配套措施，你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是。那中研院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对于我们科技部所属的国研院底下这些单位，我真的讲，我是学社会科学，但我对在座各位都非常尊敬。而且在今天的这个报告里面有一段文字，我觉得还与有荣焉。你们在跨域合作创新科技里面谈到，以超级电脑打造算图农场云端服务平台，塑造发展 3D 动画关键技术之优质环境，是加速国内动画软实力发展。是，我心里非常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大概在3年多前，在一个因缘际会，然后了解到我们国网中心的这个算图农场，而且算农场是张善政院长，他是首任的这个主任，是，所以国网中心的这个超级算图农场，过去都是服务公部门居多，是，但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可以在娱乐界里面，尤其在电影事业里面发光发亮，是，我必须要给你们一个非常高度的肯定，里面所有的同仁上上下下真的有无上的热情。如果你今天要用加班费来算，那我真的知道那个加班费是天价，都很难请到这么优秀的这些同仁，你一定要给他们高度的肯定。明天还有一组导演，他们在大陆做动画，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后来发现国网中心竟然可以做一个最棒的资源，他们明天要去这个国网中心，就是张毅跟杨慧珊他们。那之前公视现在在播的一把青，曹瑞元导演也是知道我们国网中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只制造了一部飞机，但空战竟然可以画出无数的飞机出来，而且非常的逼真。那现在几乎台湾的电影界都已经知道，我们国网中心在动画界里面，他已经开始可以技术成熟，那甚至愿意组一个团队去全世界争取案子。我举这么一个转型，就是说我们原本就有实力，原本就有热情，但是如果你给他导入一个好的方向，他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同样的，也有一些困境，是希望部长你以后要跟下一任的部长要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动物实验中心，那么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内，也可以在亚洲数一数二的一个非常棒的动物实验的一个培育中心，可是我们不敢做太大。为什么？怕做太大被这个主计单位盯上，怕做太大业务太繁杂又惹上像翁启慧的这种麻烦，所以我就保守，就做到足够就好。我们现在发展的实验鼠独步全球，而且我们有能力发展其他的动物，可是想想，哎，我如果做很大被这个主计单位盯上，被媒体盯上，万一又被动保人士盯上，算了，我就小小做。啊，谢谢委员的肯定。我还没讲完。啊，好。结果这个产业就困在那里了，你知道那不上不下。我去看过以后，我就很感动，说他可以把二手机器仪器，我买不起一手的，我就买二手的仪器来拼凑，以后就可以做出最好的能量出来。你知道我们研究人员的能量让我都很感动，所以像这种发展的瓶颈，就像是翁院长碰到的问题一样，这种技转过程当中，或是你到底要不要发展这个产业，我觉得国研院也面临一个转型。我觉得这一点，部长你是不是可以以你过去之后到公务员，现在来到科技部，给他的未来你点出一些迷津出来，一个方向，好不好？是那个首先我要谢谢委员对我们国研院一些国家实验室的肯定。我还跟你讲哦，连海研五号下水，我还亲自到高雄去看，是那天枯风凄雨，我就知道情况不妙。我跟你讲真的，还好后面那一台机器人还救回来，是是是，不然我真的觉得那天就是那个预兆不好。是，我们果然一语成谶，但是表示我对你们很认真，但是未来海洋五号之后的船
要注意一点，好不好？好，是是，谢谢哈。那个我相信我们国营院呢，因为我们未来的部长呢，杨部长呢，他也在我们国营院董事会里面，所以他蛮清楚知道这些事情哈。那有关于这个技术移转之类的事情呢？国营院当然算是也不是很久的，公营院就非常多的经验，四十几年了哈。我们是1979年成立联华电子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个事情，那一路呢，可什么问题就修改，包括特别是利益回避的事情哈，都有规范。然后我也不能说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一年成立十几个公司，至少到目前没有问题哈。那国营院呢？它当然它是一个国家实验室，最主要支援一些那个学术研究，还有一些当然这种共用的大型的设施是提供产业界也可以来用。那这技术移转的例子呢，当然没有像公营院那么多，它任务是不大一样的哈。但是呢，我们也有一定的规范在那个地方。哦，这个你刚刚提到动物中心哦。我想他们是有独步全球的技术哈，那而且是老鼠是蛮快乐的哈，就我所知是蛮快乐的哈。我知道你要附加这一点，是我当然是绝对是蛮快乐的哈。那我们都就注意这些事情，我们那个主任是非常你不是老鼠，不要讲他快不快乐。对对对，我们觉得啦哈，那个很注意这些事情啦，所以动保团体来，我们也乐意哈，告诉他们我们怎么样对待，这绝对是国际水准的做法哈。那至于说真的是不是业务可以做，只要有这个需要，我们会恰当的去扩充，不会说因为这样就把它做到一个，大概也不至于这样子。但是部长跟你讲哦，我们曾经有一位前任的这个动物实验中心的这个主任哦，后来就是退休之后就到大陆去被聘请过去是。结果大陆本来在这一块繁殖实验动物是远远落后我们，他去了以后现在已经超过我们。Okay. 为什么？因为人家放手给他做。那我们就是在一个产业规模上面到底要做到多大，还有在动物保护上面要做到多大，到底其他的实验动物包括兔子啦、猪啦、猴子啦、羊啦，甚至到牛啦、到狗，要不要做？每一个又涉及到一些动物伦理的问题，是，但没有人去碰，是，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就只能保守做，所以我是说有点可惜，是，但是他们的这种矛盾希望未来能够把它打开，所以希望这一点部长能够协助，好不好？这是我特别提的。那后面三位可以先请回，没关系。那因为你们做很多事情哦，我都感恩在心，他们都非常好的科学家，对对对，非常好的。那而且在实务运作上面我真的觉得看到了一些成绩，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总统的院长都能够重视到我们国营院科技存在，还有包括公营院存在。但我这边就是要一个大灾问，就要请教，就是你要站在一个即将卸任的部长，你做过公营院院长的一个经验，你看看台湾出了什么问题。小英上任之后他准备要推的五大产业，包括有绿能科技、亚洲矽谷、生技医疗、智慧机械、国防航太，总共五大产业。然后我跟您说一下，我们曾经有一个行政院长在他任内推过六大新兴产业，里面包括生物科技、绿色能源、医疗照护，啊，当然还包括观光旅游啦、精致农业、文化创意。但他同时也推了一个新兴智慧型产业，叫做云端运算、智慧电动车、智慧绿建筑、发明专利、产业化。提出的人叫做吴敦义，是2010年提出的。经过了六年，现在跟小英五大产业有四大产业基本上是重叠。是唯一没有重叠叫国防航太，对不起哦，国防航太根本不可能发展。硬冲进去，我不认为这个产业在小英四年之后会看得到一点亮点，它比生物科技产业更难有所突破。但是他把它列进去了，我不讲。但其他四大产业，在2010年吴敦义做院长就提出来了。经过这六年，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台湾出了什么问题？这几个产业到底还有没有希望？部长，绝对希望绝对是有希望的，就是要怎么做？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我们的资源非常有限。一个很大的产业不是说什么都做，就是在才是叫做那个产业。在那个产业里面呢，你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很好，就那个做得很好，不要去想说我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那是不可能的。苹果电脑做得这么好，很多东西在台湾制造了，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他就把那一部分他做得特别好。我想我们台湾将来发展产业也是这样子的。美国我们要平面显示器，我们台湾厂商很辛苦，
可是呢，这个最大的这个面板的玻璃的厂商康宁，他只做这个玻璃，他其他都不做，可是做得非常好，大家都要用用它了。我想我们将来产业要去发展一个产业，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很好，就那个做好，不要什么都做。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智慧机械是，我们国研院哪个单位在做？没有啊。那是。我们曾经有编部分经费跟台大合作，我还特别去看过，我看了很感动，也很感慨。有很多博士后在那边协助老师在做研究，可是我们没有后续的资源。之后他们也许毕业了或怎么样就可能离开了，但是我们在这一块看不到有投入的这个预算规模，对吧？是这样的，国研院不代表是，国研院基本上都是一些国家实验室哈。意思说，国研院之外，我也看不到其他单位有在这一块领域上面有特别的投入。有工研院的机械所。做的蛮多的，就是你上次不是要去工研院吗？那里面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先进的这个智慧机器在那，但是经济部用产业科技的研发的经费去支持那方面的。那国内产业界呢，机械的业呢，基本上规模都非常的小，很多都是一二十个人的公司，他做研发其实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当然有些比较大的厂商在那，但是很少数，一般都是太小了。所以你要去发展这个东西，现在整个的作为这种规划，就是所谓的生产力4.0，那个里面智慧机器绝对是重要，但是很多产业界的要投入研究。对，我就是看到国研院跟台大的合作，是跟台大这么好的一个学术团队合作，可是我们能够提供的这个研究技术规模确实非常的小，我看了是非常难过。那包括能源的研究，绿能的研究，是它不可能一步到位。是是是，绿能其实更是困难的，因为每一个新的能源的开发都是一二十年以上的，那是非常困难的。生技也非常困难。是是是是是，这个国防航太也非常困难。那个是，所以小鹰上任之后也非常困难。我想对大家要协助他。我当然是 是，但我特别就是要特别提醒说，6年前吴敦义提的案子是是是，在6年之后台湾才起步一点点，是后来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所以我特别今天利用的机会，谢谢部长，谢谢这段时间来的努力，也谢谢国研院，大家的共同的费心，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陈学生委员，好，谢谢许部长，好，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咨询。主席，那么各位委员，那么各位与会的政府机关列席的首长，大家午安。那么有请部长。好，许部长。委员早。部长早哈。早上我看到报纸，还有几位委员都很关心啊，关于我们的卫星。那么有个北斗，那大家担心它是中共的间谍卫星，是不是这样？我想它有军事的功能啦，是啦，就是这样。那所以你听到这个间谍，那你听过共星共谍吗？我对于那种事情是不大注意的。你大概以为我在讲好莱坞的电影，我讲的不是中共的电影明星，也不是中共的卫星间谍哈。我现在谈的是共星共谍计划，在场有人知道吗 ？NCC 有没有人知道？要不要请 NCC 两位我们的这个长官来说明一下？那么说明什么是共星共谍？国家创投委员会技术处吴明仁啊，是就委员所提问的问题，我们做报告。所以共星共谍就是基本上他是希望能够透过卫星哈，然后把我们地面上的无线电视台的讯号，透过卫星传递给偏远偏乡地区无法用平面电波收到的这些电视讯号。好，讲得非常的清楚，部长知道了哈，接下来就没您的事了，我问 NCC， 谢谢。我问 NCC 继续哈，这个共星共谍哈，那么因为我今天关心的呢，因为当然未来我们国家的卫星啊，会不会能提供这种服务，我们不知道。这至少目前呢，我们目前呢，原住民电视台所承接这个业务的原文会，它目前是透过租用啊 DVB-S1， 就是中兴一号卫星。那么您知道这个卫星的服务到什么时候为止吗？就我了解。中兴一号卫星应该是已经到了汰换的年龄，已经有中兴二号去接替了。即将有中兴二号接替，对。那所以目前呢，我们国家从过去的老三台到现在的5台无线电视台，透过共星共谍，将地面的无线电视的讯号透过卫星再下传到我们部落庄的
这个共同天线，哦，共就是碟嘛，哈，就是一个天线是个碟，然后呢，部落呢就可以收看这些本来在平地可以透过无线电视收看的无线电视频道，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在偏乡跟原乡，因为地形限制，他们在收看所谓的国家提供的无线电视这样的一个公共性具有平等接近权的这样的内容讯号，它是受到一个限制的，对不对？所以目前我们来透过共星共谍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好，那目前提供服务的卫星已经要服务届满了，接下来二号的部分呢，我们一样要来提供。那我想请教您哈，那你知不知道目前 NCC 啊，对于原住民电视台它的播放，因为它跟客家电视台一样，都是肩负着族群文化的传播这样的性质。但你知道吗？客家电视台是有分配到频道的，无线频道的，是不对？因为这个不是我业务。来，那是哪位的业务？今天 NCC 来了两位，一位在讲电话，是不是在问这个事情？好，我这样说好了啦哈，我待会呢也会有一个提案，就是有鉴于啊，目前呢同样的公共电视台性质，原住民电视台是唯一没有办法分配到无线电视频道可以去播映的。那么正因为它目前的收视户都被设定在偏乡跟原乡，所以呢我们政府呢就假设说，既然偏乡跟原乡也没办法直接收看收视平面平面讯号，都要透过卫星下传，干脆呢就是帮他租个卫星让他播，对不对？好，那这样目前的情况呢，因为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法规定啊，我们的频道呢，哦，那个是不能够转让租赁的，所以为了解除这个限制，我们的原文会的设置条例也特别的在去年的修法，让他可以不受广播电视法第四条的限制，可以向其他的无线电视频道的拥有者请他来代为播送他的讯号，这一点你了解吗？目前有了解，他好像是跟公共电视有在接洽中。对，但是公共电视呢，他有一个问题，公共电视名字曰公共电视，他要做的是非商业类的，是要提供他的播送能力，帮助文化内容的传播，所以现在造成一个情况，原民台，我们国家原民会有编列预算，包括其他部会加起来有7000万，要去跟市场上购买这样的一个卫星讯号的传播服务。但是由于呢，只有公共电视的卫星讯号的传播啊，因为它不能做商业使用，其他具有这样传播能力的商业电视台啊，它都不想要去用它可以做商业使用的频道来做这种服务。所以呢，虽然是一个采购案，虽然是由政府补助预算给原民会，让原文会可以透过这样的采购取得其他具有卫星讯号传播的服务提供者来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实质上呢，只有公共电视愿意提供。但是公共电视又有一个问题啦，它现在的切身不明，这是一个采购，公共电视可以收费来提供这样的讯号吗？去跟他服务吗？这要问文化部，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刚好你拉了一半。我们今天因为主题讨论卫星，大家对共星共谍的关心跟了解比较欠缺，但这涉及到呢，未来有4000到10000户在我们偏乡跟原乡，尤其是以收看原住民电视为主的收视户，他们都是本国的国民，都是有缴税的，他们跟其他的国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无线电视节目播放内容的平等的接近权。那目前受到这样的限制，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 NCC 啊，你们回去可以跟文化部，我待会会做个提案，会请文化部跟我们来参与。有解答了吗？这边跟委员那个报告一下哈，那个在我们有那个行政院那边有召集那个交通部，还有我们四月的时候嘛，今年的四月。今年四月。对，然后结定是什么？那他那个结论是说，我们会请那个原民台那边他正式提一个申请，专案申请进来。申请什么？我们会给他一个频道。你们要给他36台还是23台？36频道还是25频道？25台。25台嘛。是。25台在你们的频道的频谱上列的是地面干扰，也就是说你们25是在26跟24之间，基本上他可能就是因为在技术上，它比较容易受到相邻的频道的影响，不会吗？不会，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们决定给25频道。对，那个已经清空了，那个没有问题。已经清空了。是。所以什么时候可以给原民台？现在要等原民台他正式提那个营运计划进来。然后呢，可以赶在10月之前完成吗？
因为目前他还没有提进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欸。所以责任就是在圆明台喽，你们要赶快提。但你知道吗？圆明台自从成立之始，就要求就依照他们的设置条例，依照这样的一个法令的规定，要求国家应该拨给无线播映的频道。NCC 成立之后到现在才明确的指派，他本来要36台，你们现在只要个25频道，对不对？这是那个行政院召开会。对，行政院召开的就决定25了。那现在呢，不应该规则说是圆明会或圆明台，你们太慢提出申请了，应该是由 NCC， 你们接受了行政院这样会议的决议之后，你们主动的赶快就频道的释出，应该主动来作业。您是不是回去要跟你们的主委报告一下？按照整个程序上来讲，应该是他要先提这个营运计划书进来。我知道啊，照程序是要提出来啊。那他今天之所以过去没有提出，是因为国家根本没有分配频道给他嘛，不是他不要提出嘛，是不是这样子？我这样讲清楚了吧？责任归属不是圆明台他不要提出频道的申请，是过去没有明确的指派频道给他，一直让他用共心共谍的方式，用政府公务预算编列的方式去跟其他的频道服务商来租用这样的频道，是不是这样子？他要用什么方式去提供这样的讯息给原民的那些同胞？是由他自己决定。当然，那当然，他如果说他要租用那卫星的话，我们会协助他这样。啊，当然，你又把问题弄拧了嘛。他如果我们有指派的无线频道给他，他就不用去租用卫星，至少是卫星的是备援的嘛。基本上，NCC 就包括前面的那些公事，或是包括。行动业者，我们不会主动指派频，通常是要业者提出申请的。OK， 所以我就了解了。今天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我在这里也请包括我们的招委、我们的主席跟所有的委员都听到了。其实呢，今天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之所以针对文化部要求可以提供给国民均等的文化接近权，这其中 NCC 扮演了一个掌握了讯号通路的一个关卡，但是你们 NCC 向来都认为这是文化部的事情。你们只负责工具，只负责载体，内容上你们是不管的，对不对？基本上，委员讲的到目前为止是正确的。那我想补充的是说，基本上那个频道的释出、频道的规划，其实在交通部那边，那他目前就是因为经过那个政院协调之后，他们会做一个规划下来，那我们真才会做释照的动作。对，所以 NCC 过去呢，在这个部分都是相当被动的。频道是由交通部行政院核定后拨给的，那么你们受理这个分配业务后的申请业务的审查，但是呢，今天申请你们的频道的使用是一个文化性质的内容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文化性质的内容呢，又是归文化部管，所以呢，今天呢，圆明台它又因为它的上面的主管机关是因为是圆明会，现在搞的呢，一个很清楚的国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文化接近权，因为它所主政的圆明会圆文台是圆明会管。然后呢，它的文化内容的播放呢，又是我文化部管。那文化部要播上这个内容，又是你们 NCC 管。那你们 NCC 说我是被动的，我不主动的去跟释出频道，你们准备好的来申请再找我。那你这样想想看，在我提出了这么多部会，我今天提的原住民收视电视、无线电视的权益是跟全国人民是一样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很清楚的，因为我们政府的机关分成了 NCC 负责了这些频道的一些。申请跟审查使用，然后呢，文化部呢是管文化内容的播放啊内容，然后呢，圆明会呢是针对原住民族群的文化收视权益，结果搞到现在10月就可能会断讯，有4000到10000个收视户会受到影响。你们现在行政院做出的决定，分配了这25频道，公开的也说明了。我们希望后续 NCC 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要是圆明会提出申请。希望 NCC 能够加紧的跟文化部会商，赶快的跟圆明会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您回去可不可以跟你们长官报告这个事情？没问题，没问题哈。那在2周内我会提案，待会做成决议之后呢，希望你们共同会同文化部就这个事情的受理申请，怎么样解决在我们原乡部落原住民同胞他对于无线电视收视的这样的平等权？我们希望呢 NCC 要加把劲，好不好？您刚所说2周内是要提书面报告，不，还没做成决议，你放心，待会做书面决议的时候呢，会再让您表达意见。好， okay， 好，谢谢您。那最后部长还是有点时间，那现在你了解什么是共心共谍了吧？知道，不是中共的卫星，也不是中共的间谍， 是有关于我们台湾在偏乡或原乡电视无线电视收讯不良的地方，必须透过卫星讯号的传播才能够看到。那您家要不要再撞个共谍啊？不行了，科技部最爱有共谍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就不要再误导社会大众了。谢谢您，谢谢。谢谢。
谢谢钟委员，好，谢谢徐部长。好，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质询。林德福委员不在，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陈廷飞委员不在。肖美琴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陈罗伯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徐正伟委员不在。王定宇委员不在。江启成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李坤哲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不在。马文君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不在。郑丽君委员不在。好，报告委员，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郑丽君委员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定：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二，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报告委员会现在有委员提出临时提案计四案，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由于偏乡收视所依赖的中心二号 DVBS 讯号将于2016年10月8日终止双重载波的服务，届时透过旧共线共点收视的偏乡居民与原住民将面临断讯危机。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应依《通讯传播基本法》第一条及第十六条第二项，《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第二条及第三条之规定，解决公司基金会协助原住民族电视台以无线电视平台传输，并于二周内向教育文化委员提出书面报告。共同提案委员庄嘉宾、陈学胜、吴思瑶、黄国书、高陆以用。好，报告主席，那个修正哈，是中心一号将断讯，不是中心二号。我们要租的是接下来是用中心二号，好，所以把那个二号改成一号。笔误，对，中心一号要断讯了，哎。要终止服务了，不是二号，二号是要接手的。你去求证过了哈。哎哎，不确定是中心一号了，哎。一好。对。一是阿拉伯数字的一吗？好。OK。就是。科技部有没有意见？那个哦，其实这应该 NCC 啦。那个他们认为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能不能改成一个月？一个月，对。一个月啊。哼。好了，一个月啦，因为10月8号还有一点时间。对，因为现在哈，其实都在交接啦，要让这个新的主管知道这相关的事情。一个月，一个月吧。好，一个月，好。提案委员决定，啊，因为我们部文化部没有来了。好，本案修正为一个月内向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修正后通过，下一案。第二，建议国家实验研究院在海洋中心之研究船购置，以太空中心之卫星发射载具部分，目前均出现委外制造或是委外发射之状况。然台湾无论是在造船技术上，或是在低空火箭技术发展上，具有优秀的产业与团队。是故科技部如能将全数合计近21只造船与卫星发射载具，将会投资于国内，除能创造产业动能，亦能避免国内人才流失，并且将关键技术也保留于国内。建此，请科技部、国家实验研究院，针对未来在海洋研究船只建造与卫星发射载具部分进行规划，将制造与研发交由国内执行，落实国建国造目标，也让台湾可以在航太研究上可以迎头赶上亚洲各国，
实现国建国造的可能性，前述规划之书面报告，请于两周内向教育文化委员提出。提案委员黄国书，联审委员胡思雅，庄嘉宾。好，我们可不可以改成一个月？一个月，好。这个就是要落实国建国造、啊。是是是，了解。然后我们火箭也希望可以国建国造啊，是两个国建国造、啊。好，两周内改成一个月。好，本案修正后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下一案。第三案，建议强烈地震易造成古迹建筑之损坏，如921大地震所造成雾峰之林家花园毁损，已进入日本熊本大地震造成阿苏神社之倒塌，为保护台湾珍贵文化资产建筑，请科技部与营建署文化部共同讨论，针对校舍参考针对校舍的结果耐震评估与补强，对台湾的古迹启动耐震评估与补强，并于两周内向相关评估讨论，向教育与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黄国书，联署人委员吴思雅、钟嘉宾。好，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我是不是也改成一个月？一个月，好，改成一个月。好，本案改成一个月，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本案通过，下一案。第四案，为应应中国北斗卫星产品消台所可能产生的治安、国安风险，请行政院具体厘清全责，并组成跨部会专案小组，制定必要之应应作为：一、明确掌握并公布使用北斗卫星系统之系统产品，强化宣导；二、监控北斗卫星系统讯号收发；三、要求设备厂商所公布所支援之卫星定位系统；四、支援双向收发北斗卫星讯号之设备不得在台贩售；五、查验使用北斗卫星系统之 APP。并公布可能藏有恶意程式之 APP 清单。提案委员吴思雅，联署人黄国书、庄嘉宾，宣读完毕。好，委员有没有意见？部长，这给行政院的，那是我们治安中心有代表在这个地方哈，那么应该是可以。因为确实是不是只有你们一卡了？是是是，大家都要。对对对对对，我想那个我们就转达给行政院。那个提案的对象是行政院。行政院。哦、然后我也给部长。的确也应该行政院了。也给部长，不好意思，我刚上网看了 ，HTC 有用北斗卫星的，怎么办？再查一下。好、哦，他网购，所以他有很多品牌啊 ，HTC 有很多类型啊。你那个你怎么没有？你怎么知道？不是只有爱用国货就没问题，还是要清查、啊，好不好？我刚刚就，真的这就是出状况。哎呦，还好，还好，不是啊，我刚刚就被部长给糊弄了。不会啦，其实。那个吴委员，吴思尧委员，那个请行政院这个，你也不要改成请科技部及相关单位啊，这样他们才好啊，可以啊，在委对不对？不然他及相关单位好不好？具体厘清权责，请科技部及相关单位具体厘清权责嘛，并组成跨部会专案，就是好，好不好？这样可以了哈。部长可以哈，下次不要再糊弄了哈。没有糊弄啊，没有糊弄。好，本案修正后通过，还没意见？有没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哈？好，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已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